然后我改那个号称防建筑物破坏还是没有用，它还是会坏掉。那个驯养的有调的吗？改了，可是不晓得有没有效果，要去养养看。等下来实验看看就知道了。有一个200等的恐龙咬一下，我们桌子就快爆了。还是你调错方向了？因为可是不可能完全没有变化、啊、我用手打我们的箱子，不管我怎么调，它的伤害都是一样的。一样。对呀、啊。且我查 Google， 它很不同讨论提供了3-4个参数，然后改了完全都没有变化。嗯。有些是根据旧 ARK 游戏的设定，哇，他身上还有些是他内都没有任何反应啊！哦，大家最近喉咙都不太舒服，是不是？听到那林在对，哎，我有点忘记，而且是怎么操作，对不对？伙伴，我最近有伙伴你好，我最近有一点密码是，我难过的场。我难过的主场哦， oh, oh, 好，你又难过了，我难过，难受，想哭，想哭啦，我还在吃饭，然后游戏在更新，等一下，等一下，我觉得你调反了耶，真的吗？你过来看，你过来看，这我旁边这只火鸡，哎呀。我刚给了他一个果实，他就只有长这么一点点。你旁边那只火鸡，哎呀，哦，他在二手，哎，可是我只改了让他速度增加3倍啊。我轻轻的摸了一下我们可爱的火鸡，不然就是 PCARK 的数据跟 ARK 是完全相反了。我不确定耶，完了又忘记怎么玩了。哇太久了，哑巴。最近是流行感冒，感冒期是不是？没办法，季节交替啊。没有，单纯就是。哦，我就是。看看昨天的温度，还需要穿外套。今天穿外套，直接热到中暑。干。昨天还二十度，二十度，晚上还十几度，今天直接30度。哎。Modify。哦，史莱姆也会掉宝箱吗？嗯，都会掉，不是吗？有几率而已吧，我看一下。我的包包在哪里？物品栏。完蛋了，这游戏怎么玩啊？大家集体忘光光，大家都不会玩了，大家都完蛋了。九九玩一次，真的。九九玩一次，九九玩一次，太多白玉豆腐了。蓝图，我们现在是九九玩一次。九九。啊，好复杂哦。什么东西很复杂？我找不到我的食物在哪里，还是我把它吃光了？不吃！我靠！我游戏要更新多久？我的天哪、啊！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调反了，还是我去找个萤火虫来调来养养看？你的伺服器是不是选台湾？我不知道哎、欸，你的那个下载伺服器如果选台湾就会很慢。哪边看？设定可以选哦。右上角那个是定，然后设定，然后有个选项叫下载。不要再飞了，拜托，我看不到。哇，我是台湾呢、欸，它预设的。我是选东京啊。木头纤维，玻璃天花板，工作台都快被打爆了、啊。可是啊，之前去贴更新的时候没有那么慢啊，今天。哎、欸，我记得，我记得之前驯养那个萤火虫啊，糟糕。哎、欸，土块是什么东西？有啊，我有块啊。土块就是啊。我记得之前驯养萤火虫不是两个果实就好了吗？我要给他3次哎、欸。法杖。一个土块。
个土矿。Be multiplier。不是啊，土矿不是这个呢。改了比没改还要差。冰甲盾，用冰熊背甲。这八是真的，这真的。哦，安喏。挑错了。哇、啊，有人扶起来又下下潜。不是挑头，是个蹭鞋。网络上的教学全部都写错了。玻璃瓶用来盛放魔法药剂。真冷，是这个吗？到底哪一个柜子里面放什么啊？土矿是什么的？完了，大家已经集体完了，大家要失忆了。哎、欸，怎么变冰雪地了？我以为有些哎，它、欸、下雪了是不是？那是冬天的，居然冬天吗？不过现在温度24度啊，感觉还好啊。是下雪了呢？落雪啊，被刮死啊！风格粘土，钓鱼的箱子要开完很麻烦。哦，啊，这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这边除了飞船以外，就只能靠飞船，是不是？只能靠飞船去来回。什么意思？还是我可以靠那个其他飞行性的宠物？要抓无齿的翼龙，不是有个像轰鱼的吗？哦，哎，干不是、欸，我不是卡在下载，它是卡在那个修补成这个安装，哎，不是你这个卡这么久是卡什么意思的？卡心酸的，就卡失败，心酸啊，嗯，等一下，游戏到底怎么玩呢、啊？噔噔噔噔噔，好、哦，没有了。Poop， 我们接下来的进度是要去魔法森林吗？找是要先到新的区域吧。没有进度这种东西，因为我看能做的东西好像比较偏魔法的。因为现在尴尬的是，因为是空岛类型的，所以你要去到别的地方会是个问题很大的。哎，说这话，你这个游戏，你想要像是使用那个麦块那种堆东西的方式，不太现实。我觉得很大几率，挖一大堆的石，不是，我觉得很大几率是把自己先摔死。啊！要死了，要被恐龙打死了，快跑、哦！你都要死了，你去打他是不是。为什么我一过来就听到战斗BGM吗？哎、欸，不要把它往家里带哦，这样子我要怎么帮打、啊？哎、欸，密码是多少？我难过的主唱。哎、欸、哎、欸，东西坏掉了。密码是？怎么会？密码是主唱。我不知道，反正有东西坏掉了。采集一些有用的事。就有一个叫红什么后什么豆的啊，他把它往家里带啊。我只是炒过来，然后把它丢进去而已。他现在在里面开心的过生活。傻眼，你把他往这一带。No。No no no。啊，他要求要用死稿做。不是，我们今天没有肥鸟，我们可以活两个小时吗？啊？啥意思？食物可以吃，可以活。对，因为肥鸟对这游戏比较熟啊。巫师不是也可以？求救！我以为是肥鸟会带你去自杀之类的。这个应该是满。圣诞风。我必须去。他每次要调东西出来的时候，其实都比想象慢很多。哎、欸，我们这边工具类的是不是在这里？嗯，就是我忘记怎么调那个视角，第一人称，中间滚轮，滑鼠中间，哦，滑鼠中间，我刚刚问过一模一样的问题。
这个我倒是记得。等一下就会有人问说怎么把宠物拿下来？怎么抓宠物？你就你要喂它，暗示啊！你要喂它，你要用爱感化它。那我可以靠斧，听上去像是传教士。我可以用斧头感化它吗？哎、欸，不行啊！去哪里？这边他的任务是说用石镐采集十个土块，所以现在还要石镐了。我天！强制要用石镐、哦、没有，你用一般的镐子不行吗？我用铜镐去挖了两个石那个哦，挖了两个土块之后，它并没有增加。Help me！ 那就 fuck you 啊！你是怎样？你在哪里啊？我打火机打到恐龙了。你在哪里啊？那你火？我在家里的火炉、哦。你活一下，我过去。我活一下，花的。我跑过去要时间吗？我不然我要说什么？你活一下，我活一下。他掉下去下面了。耶、yeah ！诶、欸，这个怎么呢？你屁嘞！干啥？哦，没有，他刚转头看我，他又跑掉。玩太久没玩，真的就……可是我们又不能够时不时把这东西开起来。走、哦。开起来，你意味着你要把其他人的性命拿去赌，其他人会饿死。没有没有，不用不用。嗯。你想要重新去适应它？完成任务。哇，纤维太多了，怎么搞？你就把一些东西丢掉吧。丢掉它。卖掉资源。他给我东西了，他给我装饰品、火药粉。不知为什么，我听到风波说给我这两个字的时候，我想到了某一首歌。哈？给我？啊，给我！忘情水吗？有年纪的代沟。说天气，公沙小。我去吃东西啊，有事情在叫我，已经上线了。有年纪的代沟，我听不懂。谢公沙小。哇！想办法要走，可以带我们飞过去的。飞过去的。带我们飞。不好走，我想到那个《The Beaten Land》里面那艘那个用萤火虫拉动的飞船。啊！哦，哎，哦，只能自己做，好吧？认命，认命。自己做什么？做那个工具。哇，我连铺方块都会累个。哎，纳尼，你不是开服的吗？因为我显卡挂了，所以我先用旧的显卡。好惨的，这下尴尬。那你下一个要买哪一代的四十了吗？我那个显卡还买不到一年呢，所以我现在先送修啊。送修。不到一年就挂了，有点糟。把我的钱吐出来。他被霍格华兹给弄坏了。被霍格华兹给弄坏了，请求霍格华兹的教授帮你用复修，玩到坏掉了。Epelio， 完蛋了，我这样我不敢买霍格华兹，我就先看200%会烧掉。霍格华兹很吃效能，我还在16，我还在1650哎，他很果断的跟你 expose。他的推荐就叫我调最高啦，所以我就调最高。推荐，然后于是乎显卡就烧掉了。推荐霍格华兹推荐烧掉你的显卡。我是3060的，我没有调最高哎、欸。我3080 Ti 呀、啊，应该是可以跑最高，没有问题、啊。嗯，然后你的然后就烧掉了嘛，我懂。然后就烧了嘛，我懂。不是你，不是你。有一个应该是有人被怪物追了、啊、他伸出来就很
我要去看戏。我没有打到他，是他伸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弄死了，我把射死了。啊！我没看到洛琳被虐杀的画面，真可惜。那我虐杀你，一个人在攻阿小。哎呀呀！喂呀！那我只能说红豆你死有余辜了。啊？现在找不到方法可以直接苹果。哎、欸，那边那一只在飞的，可那一只在飞的。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啊，就是扑方块过去，因为这是 PS。我不太会劈，我不太会那个把它扑过去啊。我不太会扑这种。我不太会扑 PSRK 的，就是跟 Minecraft 一样吧。我觉得死亡率超高的、啊。重点是，我觉得 PCRK 里面超不适合用扑的、啊。我也不太确定，说真的。所以我一直没有想，还是要干脆去训练那个，大家都训练一只那个啊。别想，无齿翼龙。有他有飞过来吗？他有飞过来吗？我现在是没看到。我有抓到一只而已。可是那个只能一个人骑吧，我没记错的话。对啊，那个只能一个人骑啊，那并不是能双载的东西啊。对啊，我记得他只能一个人骑。这才是尴尬的点。之前有看过好几只啊。那之前这边曾经有出现过，可是现在就是很尴尬，就是嘿，有花朵。当然是我还是不清楚，是因为我刚好训练到等级高的，还是真的是调错？如果比之前还要难养的话，会很惨。那现在旁边要花时间实验吗？空岛麻烦点，大概就这个了吧。有木？今天不管调怎么样，它的东西都还是坏。那可是还是你没有调到 safe 啊？你觉得有可能吗？就是储存啊。他调是直接存那个档欸，我都已经存了关起来，而且就是因为调了没有反应，我就重重开开关关啊，中间一定会存好几次啊。啊，那只来了，然后又飞走了，可恶。有一只不知道什么东西了，你要把它射晕啊！射晕哦，所以有麻醉枪之类的。没有，我没有麻醉枪啊。谁要麻醉枪？我有麻醉箭矢啊。哦，有麻醉箭矢。你没有做吗？现在只能用麻醉箭矢。嗯，对，没有没有这么奢侈。五分钟。没有办法这么奢侈。拜拜。用麻醉弹。麻醉弹我记得好像手枪是不能用的，好像要等到步枪还是狙击枪才能够用吧，忘记了，太久了。反正就是不是现在能够使用的东西就对了。反正我先把身上一些东西收起来，看一下哦。有放多的工具箱的地方。诶，我记得我们没有。有个什么魔法弹。就我之前不小心捡到人家的，可捡的好像也你捡到人家的蛋，就怪物的那个、啊、动物的蛋。对，这叫黑下浆果，记错。可是这个特别把它往上铺，往上铺高一层，我觉得超难作用的，你还爬上去，他有点迷茫。哦，我放错了，伤太多，像硫磺之类的东西。硫磺，哦，这边可以放皮革。我在想，要不要测试看看啊？测试什么东西？五尺翼都能不能在双载啊？我是真的忘记了哎、欸。救护车来了！你知道我还特别怕它死，是我把它变成生物方块的。超级难抓，先做弓箭出来。你现在反而是要先什么？好像听到那个像是不太妙的声音了。
我听到救护车的声音。那等等等等等，测试让想要让恐龙去打那个箱子，然后他不去打箱子。哎、欸，我还没有，我还是还没有点出那个麻醉箭子是不是？我看一下公箭子。麻醉箭子。会啊，扣血啊。不是你啦，是恐龙打啦。哎呦呀！哦，是我扣血啦。打一下扣了200多哎。好了，可以处理掉他了。他需要的是黑色的跟一根箭矢、嗯，看起来是单人的呢。巴拉巴拉巴巴，还是我记得，哎、欸，这 XLT 能够抓人吗？抓，有谁要给我测试一下？抓人，有谁要给我测试一下？对啊，我觉得我不要拿我的生，我不要拿我的生命安全开玩笑了。啊，这里是低空的好吗？停止。我在有五尺翼龙的地方啊，这边就只有一只，也很明显。什么是五尺翼龙？蓝色的，在空中飞的龙。反正就是飞行性的啦。啊、哦，我来试试看。试，没有抓到。我没有抓到，没有抓到。等一下，等一下。啊，有些东西不好放来放去。哦，抓起来了，抓起来了！啊！红豆下去了是不是？红豆下去了是不是？啊！我试试看，我放开。好可怕、哦！有成功，有成功！放弃它，放弃它！好可怕、哦！放弃它！你知道我的视角，因为我按第一人称，然后我的脚就一直镶在那个龙的那个脚上面，所以我什么东西看不到，我看到灰灰的一大片，然后什么都看不到。顶多偶尔那个肋骨一下，看到地面长什么样而已。你们要测试看看换不同的参数，然后伺服器重开吗？等下，可以。你要现在换吗？你要现在调？因为重开应该不会花多少时间。好，那就那你那等我一下。等我一下，谢啊！我再跟虫再对付虫子，等一下。要四分钟后才能够变成方块库啊。那只能直接抽直接那个了。啊，打史莱姆结果掉那个，结果掉魔法素材，好不容易才收进去的。哦天哪！就是我们家旁边多了一个很像水壶的东西，生物方块储藏箱。因为现在这个东西看上去并不是很直观，所以导致做什么事情都觉得有点。像是要先在脑袋里面先运行一下，然后才哦，我要做这个事情。我现在真的就是觉得好。我觉得我可以一个一个慢慢抓过去啊，如果你们敢给我抓的话。所以我们是要全部直接离线，还是悟性把数据关掉？我已经退出了、啊，等那个。那我也退出。对，我按了，我回到主菜单。那我先回到主菜单。脱离卡死，回到主菜单，好恐怖、哦。好吧，那我们先尝试抓人。他说：“你确定要退出游戏吗？”然后就卡住了，就没有反应了。可怜啊！他就是回到主菜单了，他就是 KK 的、啊。啊，那我们继续做。所以呢，你们要尝试自己开飞船，还是？我先在想办法，先做那个睡眠箭矢，然后我要去找像是那个像睡眠箭矢不难做啦。我真的正在做，我已经做过箭矢了，接下来就要拿去跟那个黑色果实合，然后合成那个睡眠箭。我看过了，它的材料是那样子。对啊，睡眠箭矢不难合啊。只是你要抓五尺翼龙的话，目前只能合好这个。我回来了，请问断线是正常的吗？啊，因为悟性在重新去调整伺服器参数。嗯，好的。什么不是？谁刚刚说不是？想不想被我抓了杜拉去？不要，我错了。你想要把红豆当作是那个夹娃娃机里面那个玩偶一样吗？啊，掉下去了。对。啊。哦，对不起，我不小心按到右键了。这个时候真哭了。然后我前面的时候，我讲那个之前找时间，然后先重新去重温了一下弹珠超人的部分。
然后结果呢？然后后面就默默就发现他开始出了一个叫瓶盖，就是把弹珠换成了瓶盖，杀伤力比较没有那么大。至少、哦、瓶盖超人我知道，至少你拿瓶盖射了是不会造成什么伤害的，拿弹珠射别人是真的会造成伤害，太恐怖了。而且他最近出的型号其实比想象中的速度更快了。看过别人那个测速的结果，然后就发现他速度从每秒大概五六公里，然后到现在已经基本上目前新的好像是一光是正常射击就已经是20公里了。好哦，连个瓶盖射速都这么高了。调好了吗？不知道，暂时我去那个厕所好了，反正都还要等。先去厕所。哎呀，好复杂、啊！已经可以登录了吗？还是要等一下？应该快了，快了，好像可以了，这是快了。一号机。进来看到一只无齿的翼龙，这是可以进去的意思。他再找一只龙来测试一下伤害。哦，对，我分享一个我最近看到的，应该是我今天看到的，对，北西玩意儿，那是什么都可以出，什么都可以出。哇，这东西看起来不错，是什么？这是手表吗？决斗盘的那个戒指，超级不会有人把它放戴到手上的啦。你怎么跑去打那只副职龙？我怎么感觉那个看起来比较像直虎，打人一定很痛的感觉。那是戴在你的手指上的、啊。那戴在手指上，万一不小心敲到人，那个人可能就头破血流之类的。可是我觉得大家会比较有印象的应该是前面那四款，而不是后面的那四款。后面那四款基本上已经没什么人有印象了。有一只龙在咬我们家的柜子，我们家柜子爆掉了。为什么它会跑来咬啊？不知道啊，乌黑，为什么要咬我？我没有戳你，还是你之前有戳过他？今天至少四五七开周是没有了。哦，有龙把我们家柜子咬爆了，三个都坏掉了。
啊，不管怎么改那个东西都还是会坏掉啊。它那个设定根本就是装饰嘛。这时候我们要召唤镜子。看各方面来讲都挺尴尬的。我先四处去找，看一下附近有没有会飞的。哦，开始长，开始长出了那个无齿翼龙。等一下，我怎么样才可以让它，才能确保它是使用那个我要它使用的剑齿啊？问镜子。啊，我换放在比较前面嘛。错，我换了，可是我刚一直我，哎、欸，那我们现在是抱几个鬼仔？三个，那我做三个出来。我现在在犹豫，我是要先让那只食物等的，先成我的伙伴呢，还是我在等更好的、欸？有人在做是不是？做什么？人家把箱子的头。掉出来的东西拿出来，辛苦了。算了算了，我可以全部拿出来了。哎、欸，我拿出來怎么设计？怎么设计那个剑呢、啊？完了。我这个只是瞄准，它并没有射出去啊。好像九暗吧。如果说是矛的话，就是按右键然后丢出去啊。我现在弄的是睡眠剑士，谁打他？谁打他？可对，我用弓箭，我在用弓箭瞄着他。那为什么我射不出去？你身上有剑士吗？我身上是有剑士的、啊。然后这怎么回事？那、啊、怎么我这个都按？我大概知道是什么。在喂他什么肉吗？我大概知道为什么了。豆腐腐蚀吧。我刚刚是中文输入法，所以他喵的，他这个东西竟然是有问题。他会因为这么单纯的东西跟你讲说什么都不能作用。哦，头痛，我开始头痛了。他驯养的时间是不是很久？哎、欸，各位，我要跟你说，这个箱子要买。我一直听到锵锵锵的声音啊！啊，我在把火机关墙角霸凌他。哦，我要看那个无齿翼龙是，他会比较喜欢吃驯养食物，生肉是 OK 的、啊，生肉是 OK 的、啊。霸凌火机完成。可是我的弓箭还是没有办法射出去啊？为什么？啊！恐龙躲开！哎、欸，我有射出去、欸。你们是按着右键然后放开它就射出去了吗？我是左键。哦。干，浪费我两只箭矢，妈的！好，测试过，右键只是瞄准而已，左键才是发射它。右瞄，左打。完了，我就像感觉像个智障，然后做什么事情都想不起来。没事，大家都。哎，大家都不习惯、這個。我们家的萤火被恐龙咬坏了。是有人把它带过去吗？还是怎样的吗？嗯，正确来讲，它在萤火旁边，它在萤火旁边咬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摸它，我只有摸它旁边的火机而已。你可能一起打到了，所以说我摸火机的时候不小心摸到恐龙的概念，对不对？对，因为离太近了，所以你有可能两只一起打到。
那如何都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你这个要多注意。我要做一个，你再重新把萤火做回来吧，要不然的话，我觉得你会。萤火在哪里啊？要自己做吧。哇，我们的火炉欸，不是食物刚烤一半而已耶，鸡。怎么了吗？不是啊，刚刚我才烤的烤食物，那个不见了。可是我找不到它在哪里啊，我怎么做它？它是一个三角形的这个龙。哎呀，恐龙走开啊！不要站在我前面，我等下打到你。它是叫萤火吗？篝火。哎呀，那更不妙，怎么办？现在有是有一个煮饭的火啊。它算哪一类啊？开始觉得我们家要被拆家了，你知道吗？我很强烈。谁挑救你镜子呢？那东西要怎么做啊？啊、那 YB 正在进行游戏 ，Pix ARK。这是干嘛？饲料不是？他是做饲料的。抱歉。烹饪锅。对，老板。GTO 781103。安安。烹饪锅。因为你做了就不做了。嗯。烹饪。只有恐龙出现我们家哎、欸。烹饪锅在哪里啊？我没有办法做啊。你要去学啊。我有学啊，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啊。我要去拿一个东西做。在左边那个制作有没有看到一个锤榔头？锤头。制作锤头。哦，我做，你不用做，我做。哦，好，我学会了。我做了，我再做，等一下。这游戏太复杂了吧。应该不是复杂的问题，应该是过这么久，大家都北七没事，大家都想不起来了。只是干，刚刚放了三组煤炭，都整个不见哎、欸！哎、欸，全部都在我身上，谢谢。全部都在我身上，抓到了小偷。抖了不？啊，没办法，恐龙把那东西咬爆了、啊，我只好这样子，不是吗？这样子也被撞爆，到底是什么意思？要不要把那个仓库改成地下的？比较安全。好，地下仓库。地下。可是啊，刚刚不是还有肉吗？煮到一半的肉呢？他就是在我身上，全都在红豆身上。因为那个肉快啊，按错了，快烂的，要去旁边煮了。那肉快烂的，怎么觉得？我懂了，好乱七八糟的。哦，外B 出现在那个聊天室。安呢？是是是是是是是。哎、欸，是说我刚刚开到一个箱子，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十字弩，我换下来的一个原始的十字弩，有谁要？你把它放在那个装备工具武器那个大型仓库里。那我先搞定这边这只，我就回去。哇，这个昏迷的，你要说久也不是很久，问题是他驯养的，是因为他的等级比较高嘛，所以驯养才超久的。是，所以不能够选太多。85等啊，那个我那个里面的东西我已经拿走了。对，剩下一些什么土地许可权，我就没有拿走，我就放在那边了。土地许可权，没有看到其他的那个五子鼬也可以先养起来。洛林，有个65等的那个什么磁性虚空。你还有肉吗？我这里没肉了，我刚刚把所有的肉都放在东坡那边那只。他们是什么吃肉吗？哎、欸，对，他们是吃肉的。他不会昏迷吗？还是啊下去了？对，看来只能够靠这一只真的是肉，要不然就是多那个、啊。还要怎么喂？怎么给你？放你打开这个五十一龙的包包，把那个肉放进去好了。对啊，我都想说，为什么我的那个亮光那么暗？忘记把我的那个。哦。晚上好。刚。哦我这边还有那个其他肉，
欸，这是不能够直接烤肉的部分吗？哦，感觉有很多睡眠药剂耶。睡眠药剂，睡眠药剂，等等等，我有做了很多。What the fuck？ 你是说我有做了很多，还在家里，并不是。如果没有被打爆的话，并不是那个什么胖丁的歌声。玻璃狗啊！睡眠药剂啊，胖丁的歌声。玻璃狗，那就睡着了。然后睡着之后，还被人家脸上涂鸦。加太多就是。我找一下我的。我找一下我的。虫虫在哪呢？玻璃波。哦，远远的看得到悟星的 ID。嗯，反正两个礼拜没有玩，不然忘了这个游戏怎么玩。你跟我们刚刚发生所有人都一样的状况，我们是一个月没有玩，上次玩是2月21号。忘记这个游戏怎么玩。那过了一个月，有测试那个饲养的速度吗？很慢，很慢，很慢。有比刚刚慢吗？就我不知道，我觉得昏迷的时间跟他的驯养时间大概是差不多的感觉。那你要测试这样，我不知道我到底改了有没有用啊？就到底是要改成数字低还是改成数字高？我根本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改。朋友不在，我没有一个。没有一个参考数据，因为我都照那个网络上的教学改了，然后改了说很慢，所以我现在把数字往反方向改，所以这样到底有没有比较快，还是又更慢呢？我觉得挺慢的，比之前还要慢。因为我这次驯养的刚好是比较高等级的，我也不确定哎，我觉得有比较慢哎。所以代表说你加速可能你加的不够多，所以感觉起来没有感觉，你懂吗？可能是这样子。啊，你怎么没感觉？对，我已经设了他速度最大。你怎么没感觉？他说最大值就是三倍啦，在网上加是没有意义啊，所以我就只设到三倍而已啊。哦，是哦，我记得以前我跟朋友玩，我们是调到一百的。一百这样喂一颗就可以了，是不是？啊，对对对对对，做一个就可以了。他说的好像宝贝球，难不成我查的那些教学都是骗人的吗？还是新版本的时候就已经不一样了？那 PC ARK 啊，然后他们都说是照以前 ARK 的设定啊，然后不管是2018年还是2022年的教学都是这样讲啊。嗯。包含那个箱子会被打坏的问题也是一样。我记得当时我驯养我那只二十多等的无齿翼龙的时候，好像是5-6块肉吧。这个你吃多少块了？我看他吃应该有8块了吧。他那个挑了一半都没有。可是这个只90等啊，所以我也不确定到底是等级的关系还是怎样。我觉得最好笑的是我用昏迷箭矢，我用那个睡眠箭矢射他的时候，他的那个昏迷是，他不会马上跟你讲说是他被昏迷了多久，他不会往他那个是他是往下降，对不对？昏迷指数他是往下降，然后他你射击他的话，他会增加上去，可是他的增加他不是直接一次性增加上去，他是慢慢再增上去，知道，然后再慢慢降下来。哦，对啊，就显得哎奇怪，刚那样射是没有效果的嘛，那种感觉。嘿，看错了。嘿，なるほどね。なるほど。
颇多。嗯，哦，终于快要半条了。我这边这一只是已经快要死，快只剩三分之一了。线，方块，金属 metal。哎、欸，你应该有看到啊，我丢给你那个，有啊，黑暗大法师要出拼装，我不是有跟你说吗？那个东西出来的时候一定会被恶搞的啦，你说被分成四，一定的啦。你说有人会买好几只黑暗大法师，然后接下来把其他的部分去掉，变成全部都是左手之类的，黑暗大法师的左手。一定的、啊，有点恶心。上次黑暗大法师五只左手召唤一只新的左手，是这个概念吗？太恶心了，这个。嗯，怎么都没有拿到黑色？或者是有人会把那个大法师丢进海里、啊？哎、欸，这边没有办法做，直接做啊！这个烹饪过程没办法直接烤出肉的，是不是？啊，这里啊。嗯，来煮肉好了。我捡到一个虚空符，什么魔法弹的？哦，那个是箱子爆炸的时候你捡、哦、那个捡到的。哎、欸，有个食物弹的，是它。而且我还在路上看到一个恐龙的大便。是啊，那个。哎，就说悟清，你的那个寄家，你是直接寄回原厂，你的神卡。就是道府收送啊。嗯，不给我他吃，真的是一个好可怕的东西哦！我不知道他这么的可怕、欸。射到是射到了，可是他没有昏、嗯，他没有立刻昏迷，是不是？他这个是不会立刻昏迷的类型，他不会立刻昏迷啊。好吧，那他是等缓一会儿的时间才会昏迷，还是要我射好几次、哦、他才会昏迷？嗯，爆头再加一箭就会昏，就可以昏了。看等级吧。等级嘛，刚好说35等。不、嗯、爽。35等的话，爆头加一发一定可以昏。那就是一个在旋风的，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的，原始人。你那边不是有七十多等的吗？还没训养成功吗？我这只是85等的，他现在还有大概六分之一吧。哦，很久，是超久的。我这个90等，还有三分一。我也不晓得到底是什么东西导致他那么慢。嗯，狩猎肉，那时不时先那个多打一些怪起来，这样子才会有肉。嗯哼，哎，还剩，现在已经到大概90%左右了吧，还差最后10%。驯养成功的话，我只要等他就好了吗？还是我要寸步不离？嗯，驯养成功放在那边就好了，他就会自动驯养成功了。可是如果你没有在旁边的话，他不会给你取名的那个。好的。这边查文章说，驯养速度最高就是3倍啊，没办法再往上调啊。这到底要怎么改才出去？我可以到100耶。我出去，可是我刚回去看了一下，我单人的他是有他可以到100的速度。那是单人才这样子，还是说是里面有人说你可以改很大的数字，但没有实际作用啊？
我不知道耶，就是超过三就不认了。三 The gold pass above is quite working， 就最高是三哦，乘以三，对啊 It's high， 最高就是我现在看它上面也是写它最高就是写，他说它可以调到乘以七耶，下面就回来说它没有实际作用，你最多就是到三，没有用。还是有什么客制化伺服器之类的？不知道哎、欸。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加快它的那个食物消耗。Don't forget this game is based on the old vision。啊，改了之后又更糟糕。先结束，伤害也搞不定了。幽灵钱，我们家有这玩意儿吗？什么钱？幽灵钱？家里没有，你可以做一个啊。但是你可以做一个、啊。这是用什么金属？它是啥东西？因为我看到我的武器坏，他跟我说要用修理钱去修复、嗯。对啊，你可以去做一个啊。你是干嘛的？制作物品。将玩家身上。放进包裹中，然后把这个要脱衣。我现在的情况就是等到他99%，超过三倍就不认了。超过三倍，对吧、啊？他说超过三倍就都是三倍，最多就是三倍。啊、好，然后取什么名字呢？你是蓝色的，难道我要取名叫蓝正龙吗？不行，这样太严重了，不行。蓝蓝路。还是我叫你蓝生咖啡。我现在在等待这都90等的，我要取名叫二号机。那你第一次应该是要叫初，你第一次应该叫初号机啊。一号机、啊、是那个二号吗？那个不好的二号。没有，初号机是露西啊。那是什么？不是好不好？完了，我不懂你的那个。哎、欸，他的那个，你那个不是 A 八的吗？我先放着，然后。我可以先不管他是不是，因为我现在已经驯养了，然后我就先去拿那个鞍去把它给按上去。我A把没有看完。嗯，可以啊。你要抱走了吗？初号机要抱走了。你有点热，应该带点凉快一点的地方。初号机泡在水里。你的逻辑正确。再给他用多少？安是他说的嘛？那感觉水就很凉快、啊。安是探索类的吗？哦、还是不是？安应该不叫探索类。安应该交通吧？我不知道安。安我就是看到是安有安我就直接点了，我也不知道在哪个分类。欸、一时间我也看不出来哪个才是安呢、啊？那东西全部都混在一起。乌池翼龙安，做什么？这个，那我有办法丢东西给你吗？怎么丢出去东西呀、啊？我身上有一个安，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安是可以干嘛的。每一种安，每一种可能都只有一种，都有它的专属安哦。乌池翼龙安在那个夜经济。哦，想说。然后20等。再往右边找20等，无齿翼龙。我这边有个肿头龙安，真的吗？安嘛，然后旁边还有石砖，石砖，石砖，石砖。你还要再吃哦？那我再给你一罐好了，我很怕你醒来。你已经快要好了，也不能起来。我的。那如果你这个时候起来，我就前功尽弃了。快点起来！起来！算你妈逼！起来！起来！现在也才三点。刚刚说起来，睡你妈逼！起来嗨的，我全部待会我骑乌石一龙去把你们勾起来。他是 YB 哦，我没有讲那句话，我都唱那个。你那个对吧？你也是同罪，你也是同罪。你是说按那个右键会夹起来，是不是？啊，对，你在一个人头上，哎，走开，你右键，
哦，按啊，可以加速。他风破开的那个龙，然后朝我冲过来。龙瑞，龙瑞，龙瑞。二号区。冲下去，冲下去，冲下去。安错。所以要成为驯龙高手了吗？把我的安给我。是说驯龙高手我全部都没看。我完全没看过。完全没看过。我看一跟二就是了。我只知道一的结尾是小哥哥的那个腿断了一只。换了一只一只。一腿。所以他变成一只勇者。驯养九十等，嗨。所以小哥哥变成了货真价实的一只勇者了。所以我们要去别的地方吗？我在想，我们等一下，可是其他人有那么多坐骑吗？风波不是说他要扑看看有没有扑到其他地方吗？可是、这边上面有一只，上面有一只十五等的。可是我没办法射他，在骑乘的状态下不能射他。哎，对，没错，罗琳，嘿，你要做什么？我要怎么烤肉来着？镜子把洛琳抓走了，他好邪恶哦！我要怎么从那个翼龙身下下来啊？你先停。十五等的不见了，是不是？我已经在地面上，我在地面上。我靠！你可以自己下来了，可恶！我被他撞飞了。我按一自己就会下来了，白痴。可是你最好是先停下，停了，你再。我可以拿长矛丢进直接这龙。我都失败了。抓不起来，抓不起来。太胖了。啊！我刚明明就射了他的那个。飞鸟。我刚明就射了他的那个。抓到。的那个盾的脑袋，可是他却那个，他还是那个直接飞走了。可恶！我被抓走了。再见了，黄豆。蓝山咖啡。掉线了，掉线。不，你看我，你看我的游神用到后面。哇哦！你知道，在我的视角，我是整个人镶在龙里面，你知道吗？走，我们要去哪里？把他送过去。把他送到极北之地吧。啊，冷死！红豆的漫漫长夜又开始了。这边这一只，我刚刚有射它，然后结果它没有昏迷。快点，我们先把这只十五等的先弄下。太难了吧？你说十五等的太难了吗？哎，我掉下来了。没有没有，这是我放你下来的好吧？耶，我下来了。啊、我射到自己了。还准备再被抓第二次吗？不要救，不要救！我都已经在瞄它，我在瞄。嗯。欸、有，快点，快点，快点！是啊，我已经放入食物了、啊。我要怎么让他先待在原地了？你只能自己手动控制他，在他物品栏丢里面丢肉进去就好了，是不是？不是啊，我按关闭跟随之后，然后他就开始往四处飞，这样对？为什么在这昏迷的龙一点反应都没有？走开了。我什么东西放吱吱了一下？哦，我把它变成生物方块了。驯养中。哦，可以变成生物方块，对不对？那我把弄到。对。长按，然后按成哪边有生物方块啊？有跟随巡逻模式、哦那個，然后改变跟随，提升。哎、欸，我没看到。我没看到可以把它变成那个生物方块的选项哦。还是左按一左上角那一带。你说左上角？嗯，左上角那一带那个按钮。对。我的游戏关掉了。哦，允许转为生物方块，这个东西还在冷却了。可是我前面也没有弄它。好吧，那先不管它。
我本来做什么来着？哦，我要先多做一点那个睡眠见识。要不要把箱子修一下？有啊。为什么皮甲骨骼里面会有木头啊？刚刚箱子被打爆过啊。对啊。箱子又爆掉了。因为也不是第一次。今天光是要搞伺服器的设定，我就不用玩了。我把其中一只放进去里面呢。二零要吗？一号机，你可以认领它。没关系，我还在研究别的，我有点看不懂。你看不懂那个龙，那个龙啊，上面写驯养中是啥意思？然后它进度条会不会跑了？驯养没有，它那个是跑很慢，不是它没跑。所以我要一直盯着它看。差不多吧。因为有可能他的那个昏迷条先跑没了，是然后他就可能飞走了，所以你知道。所以昏迷条没了之前要再补他一件的概念，是不是？对。你可以不用用补的，不然他有可能会被你射死。就看情况补一下了。你可以给他黑色浆果也可以啊，或者说睡眠药剂也可以啊。我知道那个。你有这么多选择，为什么是要被他？外面这个时候想补什么去？补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我觉得 YB 等下刚应该会讲，如果是 YB 的话，他就讲说再补一杯昏睡红茶。什么东西？我现在让那个无齿翼龙那个继续昏睡中。我现在打不开我的 PC 啊，可以大概跳掉之后，我现在打不开了。现在在搞定我的游戏，等我一下。游戏打不开，所以是要拿黑色的浆果放在他背包里面，是不是？对，要让他当做食物吃。黑色浆果的话，你要用强制使用哦。什么意思 ？I hope you can join。就是把那个黑色浆果放进他的背包里面，然后。他的背包的下面一共有四个按钮，有一个按钮是写着强制使用的，他就会自动，他就会强制使用那个浆果。我按了，可是一点反应都没有。有啦，他有扣吗？你那个浆果的数量有减少吗？啊，我只放一个啊，他已经消失了。那就代表说他吃啊，只是你没感觉而已。感觉可以喂他吃一打，然后就看他会昏迷了。我塞了六块肉，可是好像没吃。你是说龙吗？他还没饿。食翼龙。他就是他吃很慢，他吃很慢。他是吃很慢的。野生75等。哇，75等，你有得等。你有得等。75等要等很久。哦。我是看到有个地方是天空中有一朵一直在闪烁的光点，那个到底是什么？那可以碰吗？我们在碰那玩意儿吗？我不知道哎、欸，应该不要去比较好。有好几个点，所以我在想到底要不要碰它。感觉碰的会很可怕。因为我想对啊，有黑色浆果吗？我需要再掉一颗来。你直接在草地上面随便多抓几把，就几率。难的呀嘞！我怎么又断线了？哪里有放 VIP 重生啊？这边怎么有个75的哦？我只是想要烤鹅肉而已，我怎么打开那个篝火我就断线了？哪样嘞？喂、我只是想要吃一个东西而已。我刚刚很惊恐，因为刚刚突然在天空上的天空，然后那个下面是虚空的状态，下面我那边卡了一下，吓死我了。好可怕哦！
给他们选一个吧。但是如果你要去，没有，现在采不到黑色浆果，怎么可能找不到、啊？你找那种比较像三角龙，你去找那个那种有开花的，不要找那种单纯杂草类型。三角龙身上应该还蛮多。哦，我正在打。哦，这边有100多颗。哦，你想多，你想睡多久就睡多久。我需要先去比较安稳的地方，先去把一些东西先在那边生出来嘛。有看上去像浆果资源，熔炉，我们叫熔炉吗？有是有了，煮东西的那种。啊，坐骑过重了。那个烹饪锅，那个叫。哎呦，你已成功驯养一只无齿翼龙。这边还在昏色。为什么？不会是红豆？为什么变成我？不知道。需要先到另外一边，先去把一些东西在那边先设好。因为我的龙就这样被拐走了。我能把旁边那个看上去像是魔法身影的地方先去。为什么他跟着悟性啊？先把一些。我也蛮好奇的。可能我靠着他靠近吧。我要怎么拉？这边有点热。哦，这样不好。那我去旁边这个有粉红色的树好了。这应该是紫色，去找另外一只无齿翼龙。Oh my god！ 下面这个龙也太大只了。家里有一只20多等的，为什么每个地方懒得信仰可以信在哪？为什么每个地方都说你有点热？进入中威胁区段啊？是不是每个人都要一只比较好？我没有办法按跟随吗？跟随在哪里啊？可以啊。怎么每个地方都热得要死啊？天哪！太厚了，每个地方都热的要死。来哦，你身上穿的是皮甲啊？没有，我觉得单纯是因为是吗？真的是因为我穿的是皮甲的关系吗？坐下。装备会影响温度，就是我穿的是金属装会比较冷。我穿的是铜的、啊。嘿，很好。我穿的只是有一只，有一只还好。那我去冷了看一下这边。我去，我在四处飞，然后看一下哪个地方，因为每个地方都好热。怎么又在跟我讲热？还是因为这飞的关系才热？知道哎、欸。那个生态就是热，就是热了。我们要把烤肉啊，外观。可以给无齿翼龙吃腐烂的肉吗？这边是高危险区。我们应该不吃吧？我们这边附近都是一般的引火啦，你别当引这啦，这有配方的，嗯哼。烹饪锅，伊啊一般的烤肉底啊，底啊引一般的引火啦。一般，什么名的？可是我打不开这个界面。普通的航班吗？普通的航班是。我没有办法长按呢、啊，他不给我点呢、啊。有普通的，那有高级的吗？那有点火了吗？还是怎样？有啊，那有点火啊，而且里面一堆熟的烤肉，天啊！那好像是我放的，所以你们可以吃了。啊，我放那个饲料草啊，来记得，来，我放内底有60块。我现在在一个像是黑曜石形成的金字塔这个地方，这个是有什么东西吗？还是说里面超强？不知道哎、欸，还是我看看。哦！咦，记得过他的喝名字啊！刚刚帮你弄了一点。嗯，我刚刚还有一半，我才冲回来的。哦，那都哦，好像没有。那其他都要做什么？可是我刚才不能按他呢，难得。我现在可以了。在一把那个肉拿出来之后，我就突然可以按他了。要洗无齿翼龙是要做安嘛，对不对？嗯，无齿翼龙安，很无齿的翼龙，就貌似只是因为我在上面冲刺飞行，所以才显得比较热，有点不知道该吐槽些什么好。无齿翼龙安制作，
可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算了。装备安具。不知道这只龙啊叫什么名字？龙恩，你可以叫他谢，你可以叫他谢祖龙恩。没有，我想到一个更棒的名字了。名字应该没有规定说可以改几次嘛，对不对？他不需要，没有，没有，你不用在意那个东西，那个本来就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天空龙。既然刚刚已经提到了龙恩的话，那我倒叫他这个名字了。龙恩卫斯理吗？那你可以看一下叫什么名字。对，请讲。哎，这饲料草不是应该是放一大堆肉的部分吗？奇怪哦。红火嘞？我再放东西，等一下。我要怎么吃？现在都找不到野生的龙啦。哦，可那个要，是不是已经养太多只，所以就不会再生了？应该不是，因为我们那个也是突然就冒出来的，所以单纯只是随机性的问题而已。真的没有，还是要把旧的龙都砍掉啊？有可能、啊，有可能。好，那我们帮你把，也不一定是龙啊，你可以先把一些就是控肉饭是谁的？我答。到底？那、既然都已经讲到龙了，那不是要接控肉饭，不知道要接什么？啊！我拿到一只烤鸡。啊！我打到。既然都已经有人提到龙恩这个名字，不是要取名控肉饭吗？我不知道龙恩跟控肉饭有什么关系。它是一个店的店名，连锁店的店名。啊，假的！他在学习如何驾驶恐龙。270等于史莱姆，好像很厉害。所以我按住 W， 按住空白键，它就往上飞。是吗？那我要怎么降落？废物啊！哦，你把它打掉了，吓我！哦，啊，我学会恐龙怎么飞了。什么？哎，仓库二号被击败了。我仓库二号又输了。仓库二号。这要怎么抓人呢？恐龙 要怎么用无齿翼龙抓人？右键了。右键。仓库二号又输了。加速！哎，回收！哎呀，为什么？你为什么看着我的箱子？什么？什么东西？我是要靠近人，然后按右键，是不是？哎呦，我的仓库二号又输了。为什么要输右？现在要到仓库三号了，因为一号死了。我还比你够爬的，改胆了喂。啊，是啊。那个死掉真的好笑啊！还是说你致敬呢？大侠信，他刚刚上来，他一直在打龙的脚，那我就知道把他丢下去了。你很努力了，万民的力量有人吗？有出现新的？有出现新的龙吗？你骨在这边啊？你骨在这边啊？没有，我到时候看看，还没有出现吗？我在飞的，完毕耶！你骨在哪里？在我这边，你在哪里？地图上的某个角落。对啊，啊，看到了。什么叫特定的？喂，别过来啊！那怎么做那个床啊？还是那个叫睡袋啊？有床有睡袋都有啊。因为我打床，它并没有出现床这个东西。嗯。欸，我挖到哇，我收割到种子了，可以种菜了。种菜，我
要开心农场。你要在这边，你开心。学会驾驶恐龙了。这个东西，先生，你可以过来一点吗？中文基本上也出现不了什么东西。制作金属物改名仓库三号。哎嘿，它可以开启交配，所以可以无限生恐龙的概念。我没有玩过那个。哎，它有个选项叫绝育，哎。有啊。这其实可以开启交配之后把它绝育的概念，对。传送，对，我是要做的是睡袋。欸，啊，要找东西就是问题。我是还没有把床给解锁，是不是？我觉得不要，还是不要叫空楼房好，我帮他改个名字。后悔了，还后悔 ？What the fuck？ 嗯，可是我暂时想不到比空楼房更好的名字。我啊，没有放杂物的箱子。暂时没有。啊，天哪！这东西在找的时候好困扰。为什么我听到有人在笑？应该是有北汽的东西被做出来了吧？好可怕！你是不是取了奇怪的名字？今天风破传来那个戒指啊，那个到底真的可以？当然是不能够真的战，但真的不能够决斗啦，啊！你为什么会觉得那东西能决斗，啊？还是之后最后的那个动画是决斗，然后那个决斗盘就会从戒指变成真的决斗盘。太小了吧！噔噔噔噔噔，戒指刷一下，然后戒指就会变大，然后变成真的决斗盘。现在我觉得应该做不到吧？你还不如跟我讲说，把那个东西打开之后启动 APP 之类的，实际一点。哇哦！没有啊，就是后置剪辑嘛，那个小动画决斗，然后戒指刷一下，然后就会有动画出现，然后你的小戒指就会变成拿出那个跟那个戒指版本大小符合那个戒指版本决斗盘大小的那个牌组出来，插进去，然后抽盘，然后你就像拿着一片像是那个什么比邮票还是小大概只有四分之一邮票大小的那个牌组一样，看跨龙门。会的啊，他不能跑，他只能慢慢走。我坐简易床出来的话是就为什么仓库三号是一只萤火虫？我是可以直接就睡，然后他不会消掉，不对不对？我刚才以为是野生的，差点有人就要被我射那个麻醉箭。你说野生的红豆吗？我爸换了一个非常棒的名字。野生的乌石一龙。我爸换了一个非常棒的名字。给你的乌石一龙取名字是？你到底是取名叫什么东西啊？你在哪里啊？公婆在哪里？他的名字就是给你的乌石一龙取名字。真的不会是乌石一龙的字。我实在想不到怎么更好的名字了，于是我只好把它这样取名。嗯，没有啊，欸，总比叫空楼饭好多了吧？没有，啊，你叫无耻，那另外一只就叫做 baby 好了。baby， 给你的 baby 翼龙取名字，不是你的那个龙的名字叫做 baby 无耻。What the fuck？ 一只叫 baby， 一只叫无耻，哎，欸，不错哎，欸。再一只叫下流。你说我 baby。你我知道你很像小吧？你说我 baby， 接下来就是莫名其妙的，哇那边是那个像什么石像鬼，怎么看上去很强的感觉啊？怎么很糟糕啊？进入中危险区域，进入低危险区，到底哪个地方是比较低的啊？天哪！
风破日往哪里走啊？我现在先飞到冰雪的看一下好了。这冰雪的又需要那个冰雪的，我要先看他的是那个高危险还是低危险？不是高危险，这是高危险，下要求。所以是要回头啊、哦！回头，看到怪，快跑、哦！不是，重点是哪个会比较适合接下来探？你们之前抓那个三角龙的时候是哪个区域啊？三角是沙漠，所以你们飞很远吗？沙漠会是比较适合的下一个区域。所以你们飞，红哥你在抓我，你小心我把你五十一龙。哎、欸，我看到野生的五十一龙了，谁要来抓？谁要来抓？我这边有一只。哦，在上面，野生的五尺。我要用睡眠剑吗？然后睡眠剑，然后先射他的双眼。哎、欸，跑去哪里了？哎、欸，不见太高了吧？我去哪里了？哦，在那边，在那边。你要我抓你上来，然后你把他打明，你把他打死算了。有吗？能做这种事情吗？我们可以实验看看啊。可以啊，但是很容易射到自己的龙啊，你知道吗？那算了，不要拿我自己的，我不要拿我生命开玩笑。那你那只叫什么？因为风雨天响吗？因为怎么說？哎、欸，下来，我这边。哎、欸，其实我在射另外一只。哇，125等。哇，那不知道多久、啊。嗯，洛琳不见了。不然我先。有成功！我昏了。哼了，125等了，这个谁要来顾？不然我结果我只有我的那个，只有我这只最菜，我这只15等。不然我先去那个。没有啊，谢谢大家，我的龙非常白痴的卡进了那个两个建筑中间，然后飞不出来，笑死我了！我要怎么下车？按一和一，你按自己。按一。我要让它变成那个，它卡在中间，白痴哎、欸，它自己飞过来卡中间。那你看一下，这边这个区域是飞行一号，看到就像被污染过一样的地方是。我点不到它，不要虚空。哎、欸，你怎么可以跳下去？你们这是往整个卡住哎、欸，北方是不是？你们这是往北方是不是？还是往哪一方啊？他整个卡住啊，他自己飞进来卡住了。我们不管哪一方都是那个哪一边，基本上都是中危险，要不然就是高危险的、欸。天哪、啊！谢谢。Serious？ 不是你要去哪里？这他妈这干净哪里？你不可以逗我！我去哪里了？飞不上去，杰森太重了。不是，你不要动。你不要动！为什么他在这里？救命！等一下，我把它变方块，不管，我把它变方块，妈的！冲杀小啦，干！你们做什么？这样变到方块了吗？哎、欸，没有，我没有看到有人把它骑走，有人把它骑走喽！有，我骑到好，你们怎么那么 happy？ 飞行一号，可以吗？按得到吗？这样子？有了，等一下，有了。打的，气死我了！哎、欸，挂机的玩家可以抓吗？不行啊，当然。没抓吧？你在想什么？对，我想抓看、啊。请问飞鸟是一种？抱歉。我现在唯一不能抓的是杰森，杰森抓不起来太重了。杰森到底多重、啊？没有，反正我一抓，他说你的坐骑超重了。对我刚刚也是，我刚刚有抓过杰森，他就跟我说你超重。你们有谁记得那个你们去那个沙漠是哪一个往哪个方向飞？很远哎、欸，那个时候就是到处跑图啊，到处跑图吗？沙漠不知道哦，在很远哦，在遥远的地方。那我在附近先，等一下，我先那个先下来，我先看看我这边，而且地图很糊哦。看来以后我们必须要做一个停龙场。不是要什么？为什么我的龙它会暴走？我选我让它中立，它就暴，自己飞到卡进去那两个建筑里面。啊，可能会学主啊！我好像不能按到那个口哨，然后这边全部的动物全部都飞，全部跑到我这边来。哦，他们会跟着我是不是？还是不会？啊，全部都会跟着你。啊，要怎么停下他们？
我不知道。救命哦！是啦，真的，他们全部都走过来了，要许我，可以不要吗？你要不要拿纤维去烧啊？我纤维他妈超多。打算的时候打开，直接丢进去。哦，这个是碎石，不是煤炭。碎石被更多鱼。碎石，哎，救命哦！全部都跟着我了，天哪！箱子，箱子，我记得有啊。Help me, help me！ 一节起来很快吗？哦，有换到了。嗯，而且我的翼龙好像把一些箱子撞爆哎、欸，也不是爆撞烂哎、欸。昏迷增加值好少。天哪！我已经给他吃这么多，需要更多浆果。哎呦，我拿到浆果种子的，舒舒服服。小麦种子啊，舒服啦。甲壳？为什么身上会有甲壳？蓝色浆果种子，黑色浆果种子，我要变开心农场的那个了吗？农场？我要怎么把？我要怎么把那个我抓起来的那一只？哦，它已经变成生物方块是不是？哦，它已经变成生物。哦，原来是这样。剩下东西我不需要。聚合物是需要的东西吗？嗯，那我先拿。闭合物是需要的。那我先拿起来吧。那我去附近四处飞一下，看看附近有什么地方是比较没太大问题的点。防具。看来是时候可以帮无齿翼龙绝育了。这是125是 Alan 在养的吗？你要不要喂他吃肉啊？肉好像快一点点。会吧，不是要给他昏迷？你说给他熟肉啊？啊生的就生肉，生肉就可以了，生肉就可以了，生肉就可以了。我给他放好几组生肉在里面了，太多了吧？太多了。因为我刚刚为了要刷出他打了好几只龙。你先往西方一直飞，看看能不能够找到比较妥当的点。不要翘家啊，回来。所以他是翘家人吗？刚点了他一下，直接往前冲出去，不要冲完回。You don't say. You don't say. 这是谁的箱子啊？为什么会这有个箱子？已经移除一身了。那个、如果你是说，我 YB 的、欸，这个吗？我的啊，对啊，是哦，那个好像是我把 YB 丢下来，它产生的箱子。哦、What? 欺负 YB 哦！谁叫我刚刚说你在戳我的龙，我就把你丢下来，然后他就继续戳，我就把他丢下去了。人，然后我就带电姨妈死了。哎、欸，不能再显示 YB 自杀了。没矿、啊。虽然说正确来讲是他杀。真的。野兽杀人。这是 YB。明明就是他杀。没有没有，我找放煤矿的地方，因为我身上的那个垃圾太多，不是垃圾，猫。不是吗？纤维。干！我他妈断线了啦！操你鸡巴！你怎么又？我怎么丢下来就断线了？又断了！到底为什么我们都还好，没有那么容易断线，就 YB 一个一直在狂断线？不是啊，我是游戏关掉，不是。我现在来到是游戏跳掉神秘谷，可是神秘谷你要说安不安全，我觉得是有点危险的感觉。我们 fix 一下，可以怎么会这样？需要帮忙吗？有两组煤炭，有个野生的六十等无齿翼龙啊！帮我一下，那是因为他是因为自己的缺机跟逃跑的关系。你在哪里？有，还不简单？
整理一下箱子啊，现在东西可以方便堆叠了，舒舒服啊，太重了，拉不起来，太重了。哦，那没办法。哦，你说落地重，你还是说人家重啊？哦、我刚才说杰森重啊，杰森是男的没关系啊，你不要对女孩子。他都送我口罩，他都送我手铐跟那个通气令了，我霸凌他一下会怎么样？没关系啊，那跟他重没有关系啊，手铐啦，他送我手铐跟通气令还两张，可以衍生的115等。你想想你平时的所作所为，想想你平时的所作所为，我怎么了？没有，你没做什么，你的存在就是一种。开心整理。你干嘛来着？因为我们那个无齿翼龙本身还是会有那个嘛，本身还是有那个，不是本身还是有那个耐力限制、体力限制，所以你要在中间停一下。我来到中间落地，让它喘一下。我来到白沙林地了。在那个西方，啊、在往西部跑飞，然后飞到那个稍微往西南一点，你中间你会先看到那个，你中间你会先遇到什么一个神秘谷的地方，然后之后再往这边飞就会看到。你要打开你的 M， 然后截图给我们看，确认一下地方嘛。你安全的话再截，不安全就不要截。有好像有东西打。我来到寂寞边界。哇，我真的身上的那个茅草跟纤维真的很多，为了挖不是挖收割那些种子，就丢掉呗。你说我要怎么分享那个？没有，你按 N 然后再自己截图，用 Windows 的功能截图。可是我的那个显示界面超烂的，就是它显示超糊的啦。对啊，对啊，我们都是糊，大家都是糊的，不要怀疑。哦，好哦。哦，那我接这个。大家，这边都糊糊的，不要紧的，大家就不得是蒙呆奶啦。大家就不打蒙呆。我忘记东西要怎么丢了。我直接拖到五十等的五十一楼。东西是直接拖到窗外吗？还是怎样丢？忘记了。哦，丢弃物品，看到了。还有谁需要五十一楼吗？哇、wow, ！你要一直，你是要自己寻还是？我不行，家里有一只二十多等的、啊，如果没被拿走的话。我不知道在哪里啊，在那个神物方块那里。我放在那边，我不知道有没有被人拿走。洛林是不是累？声音听起来好累哦。还在。嗯，这是谁的神秘纸啊？可是这边有一只宠物的箱子、欸。镜子我要怎么用啊？那个无齿翼龙的方块。放在地上啊。你只要按，你把它放在那个快捷栏，然后你按一下，它就出来了。哦。有没有那种丢神奇宝贝球的感觉？啊，对。很神奇，很像啊。声音好神奇、啊。有没有那个按要做？做哪一种、啊？按一无齿翼龙，无齿翼龙安。我看一下，浅显翼龙，无齿翼龙安。哎、欸，萤火是生火是不是？应该吧，我不知道。生残，我不知道。所以如果我喂无齿翼龙直接吃黑色的那个浆果，它会直接昏迷的概念吗？对，就说你自己的，他还是会昏迷哦。不要乱来， oh. 不要乱来。所以我才说，你要抓着别人一起去打的话，那你要祈祷他的技术要很好，不然有机会他受到你的那个无齿翼龙，然后你们两个人一起掉下来。哎，我前面有一只145等的无齿翼龙哦。可以抓的。我已经有一只，我好找第二只。你可以换，你可以换一只啊！啊，飞走喽！空飞走喽！我就把这只那个给你的无齿翼龙起名字养好就好了。哇，这个地方，可突然发现名字太长了，还是要短一点比较好。我没找到无齿翼龙它安的那个
做的哎、欸，在夜店那边，夜景那边。哦哦，他是真的。应该是可以做出来这个东西了吧？哎、欸，是要喂他什么，他才会驯服、啊？食物，肉，生肉，生肉。噔噔噔。嗯、然后记得给他黑浆果、哦，增加他的昏迷值。他吃。哎、欸，手肉可以啊。吃肉。走路也可以啊，只是不用那么麻烦的。这个地方这边还是这么……你身上有什么就喂他什么。因为他不吃水果。你有看过哪个食肉动物吃水果吗？你可以喂他吃黑色浆果，他会原地昏迷。好像你知道什么叫做？叫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你说说话没说完啊！我要等你说完、啊。不是我的音效突然又飞走，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是我的，我的。哦、我不好意思，我在开我的那个。不是我的，然后飞去哪里呀、啊？坏的、哎。你要去哪里？你他妈一直进人，给我回来！他是不是讨厌你？要一直，所以才一直想要翘家。不是啊，我让他选中立啊，没有让他主动攻击啊。你是谁？我不认识你。对，你是谁？我不认识你，所以我要敲铁。你叫错他了。不是啊，不是他现在被动吧？用中立的话，可能我看到他一直在原地，我看到他在原地勾圈，好痛啊！要死了。他在打怪啊！我觉得你们在来我这边之前，你就要全部死光光一次。还在原地狂勾圈呢、欸，需要有水才能够生长。是他吗？叫他过来，对着对着他按踢。哦，对着他按踢吗？看能不能叫过来。对，对他按踢。踢，踢不过来啦。那、啊、怎么对他按踢？有没有对他按踢啊？有按的，可是他没有要过来的意思。不是啊，我说我这次就暴走，什么意思？上次被打爆。有要切中立。用被动，完了完了，不是啊，我叫了，完了，我要死了，我要唐国山他要死了，不，唐国山要死掉了，对不起对不起，我要飞远一点，我要飞远一点，不是我要按什么全体可以按全体停下吗？可以。我想吓我跳，我想说怎么会有这？对，是125的昏迷的一无始一龙是谁的？我要等一下啦，我在冒七怪。哦，好。因为他一直在找怪。我没有要你攻击，后面我过这。不是，我也按停下来，不是他不理我哎、欸，哭啊！因为他一直在找新的怪打，暴走的无齿翼龙。哦，所以被动了有用吗？好像有用哎、欸，但他被敲了，谢谢哦。我过中了，我想到被打爆了，我想到一个更棒的样子。不是，肯定打嘞，不要再打了，鸡、啊、掰。哎、欸，箱子是不是又爆掉了？怎么又被谁小了？对不起啊，我的飞行药没了，飞行药死掉了，对，终于是一只了，他跑去攻击哦，我怎么把他叫回来？哦，对不起，对不起。T 我先修家里的东西，对不起。那他应该，你应该吹口哨，他没过来吗？我不要，你常按 T， 然后让他被动，不要暴走。用我们姐拎到了无十一种招都一 k 啊！刚刚不是有一堆那个萤火虫的吗？怎么都没了啊？萤火虫好像有先被风破叫走。他好像在一个草，他在原本岛屿的那个草原上那边。我没有看到洛林的无齿翼龙。洛林的龙不见了。有没有人可以帮我驯服一只萤火虫过来？我动不了了。就多玛德古拉塞。还是我丢一下东西。还是你要去哪里？我看能不能把我的萤火虫给你，我一只萤火虫。可是他是方块哦，还是镜子？你要看你要去哪里，我把你抓走。好、啊，你抓我，你就直接过中了。我跟你说，
真的假的？真的啊，你可以试试看啊。怎么还是在晚上啊？今天晚上有这么久，是不是？跟你说了，你不相信。已经快要下山了。那是方块吗？方块的话你可以给我啊，多的是不是？我已经决定好，之前抓的，只是我后来没用到。啊、那给我吧。有我丢了，你要捡到吗？在飞呀、啊。对，在飞。我要把它改名成仓库四号。传承。哎、欸，怎么了？我要再一只了。怎么了？它死了。哎呦，我不小心把它按到主动攻击。哦不，哦我叫不回来。他死了吗？他觉得这个名字最棒。他死得很凄惨。哦，好的。没事，我们等一下再训。他死得很安详。我先。他死得很安详，他走得很安详。刚刚我家那只五尺翼龙不小心把家里的箱子撞烂了。先救家里的箱子。我想不到可以帮他改什么更好的名字啊！先多张多张，刷怪，看一下，刷出来，放到地基或者天花板上，无法放置检查。还有没有五尺翼龙？工作台是哪一个、啊？工作台应该是建设的，我怎么找不到工作台怎么做？我们家还有工作台吗？它没有爆掉吗？天空上有一个，有不是还是坏了？哦，原始，应该爆掉了。爆掉了，该跟着箱子一起爆掉了。对不起，我应该把洛琳抓起来，然后去抓五次。没关系，小事情就是再做就好了。我才不要，你自己抓。啊、你不要算了。没看到五尺翼龙，天上在飞的那个，这边怎么会有个飞艇啊？那是飞鸟的吧？啊，我的。哎、啊，哦，那是哦。我之前做两艘啊，后来有做两艘啊。有个六十的那个，他在边缘飞。钢麻子，箱子要怎么改名字啊？啊，他飞下去了。那翼龙如果飞离开你太远的话，是不是你就叫不回来了？我们可以用对着他按 T。如果他飞超过翼龙交配的方式升星的吗？可以啊，但是我不会养哦。好吧，因为我以前玩的时候也没有玩过孵蛋，所以我不清楚。啊，它是生蛋哦，因为我现在我的五尺翼龙整个不小心按到主攻攻击之后，然后追着一只五尺翼龙飘走，是是，然后就没有回来，它就没回来。发生一样的事情，对吧？真的是没办法，真找不到，都发生一样的事情，也太白痴。不是重点是他飞到一个不知道不知名的地方，然后我喊他，他没有，他没有回应了。对啊，再会了。如果他进入攻击模式的话就，就再见了，妈妈。一直喊被动哦，一直喊被动，然后被动他就被 sense， 就这样。所以风波再回不来了，是不是？太崩溃了。是还好我在哪里，我附近也是有，我不是有说了吗？我甚至截图了、啊。好，需要去把你捡回来吗？是不用，因为这边本来是沙漠啊。沙漠有飞行的吗？不确定。有啦，有飞行的啦。上次我们去的时候是没有，但是一直有出怪这样。五尺翼龙，你去不复返？因为它够无耻。那它太无耻了。无耻啊！然后它就飞到一个远方之后，它我不晓得它是飞到紫色那个地方去。因为后面就没有，就不晓得他的踪迹了。我觉得我还是加入那个藻龙的那个好了。没关系，我在这个地方先。加藻五尺翼龙。我先整理箱子，对不起。风破，你是飞过那个冰岛的？我飞过，我是往西方哦，你不要乱飞哦。你原本岛的地方往西边飞哦。然后你经过，你先穿越过那个冰。冰岛屿之后，然后会看到一个虚空地。虚空地那个地方，你就要先重新等你的龙恢复你的耐力。工作台是家里还有剩吗？还是都没有了？没有了，我现在在采酒桃，家里酒桃在，因为我换酒桃。家里
岩石吗？对啊，我在采岩石。我差点掉下去，差点。你看到乌齿翼龙？虚空第一张怎么样啊？黄色的吗？不是黄色的啊，你可以找个地，它算中危险区域，然后是紫色的吧？我顺便修一下箱子啊，这不好意思。没事没事，是会发生的嘛。反正我就在那个、沙漠地那个地方先那个，先建一个地下室。无齿翼龙通通都发生了，就是发生的，没有办法。不受控的无齿翼龙。驯化了两只萤火虫，我要丢在家里。把你掉下去，吓死我了！我的卡带，我把门勾关。我们要小心下背的。无齿翼龙是完全没看到。我帮帮你们砍怪。还有石头啊，被攻击啊！哦，酒糖，你刚被酒糖。我喝了。你喝好，嗯。制作。我看到我的无齿翼在攻击风雨。大家都在攻击。Attack！ 看，采取攻击状态之后，然后他就停不下来了。天哪！我飞到一个沙漠地带。我召唤我的拳头，采取攻击状态。耶、我是不是做错了？啊，这是服装的，不是要做武器的。我们要武器的啊，可是两个都要，因为服装的也爆了。啊，我的无齿翼龙跑掉了，我快被打死了。体内轰隆隆死掉了，轰掉体内的，体内。工作的是哪一个？可是我要怎么捡我的骨啊？这个你的骨在哪？萤火虫要什么？我的骨在沙漠。不对，不用捡，其实也不用捡骨，东西都在身上。暗淡紫色的啊，没有物品还全空了。不要再飞了。不是啊，你知道那个吹口哨跟造出你的那个制作选单里面是 U 跟 I 两个就放在旁边，然后你没有注意到，你按下去你就是按到 U 啊，现在就把一群东西叫过来。是你生的吗？So you and I。啊，成功了！正在跟随红豆。啊？嗯。三角龙啊，在跟随你。有没有捕虫网啊？这个萤火虫真的是。浪费！我看到一只无齿翼龙，90等。这里有粘土吗？有粘土。哦，我把粘土。这里有一只无齿翼龙。粘土好像啊，粘土好像丢水里，对不对？我没记错的话。对，要丢水里。对，放水里。丢水里。粘土直接泥土丢水里，让它吸完水就变粘土了。杰森要这只吗？杰森，好啊。那你过，继续去杀龙。我需要有一个人跟我去，我要开飞船去把我的骨捡回来。可是需要有一个人把飞船开回来。哦，我们还在训你。你还有第二个选择啊，请人把你抓过去啊。我们还有85等野生的，我们还有无齿翼龙吗？85等野生要不要？好，85等的也抓，因为家里很多人需要啊。你看刚刚那个情况多么惨烈，一定很多人需要啊。我忘记怎么把我的那个萤火虫拿下来了。谁可以丢进水里吗？谁可以把我抓过去？我去哪里了？我走过来的时候，他就已经看不到他了。谁可以把我抓过去那个？啊，怎么会沙漠那边？真的非常哦，有个吹口哨，有个指令是停一下，停一下是 Y。
孤化的可以养吗？孤化的无齿翼龙。哇，这不愧是125等，居然到现在都还没有好。我不知道。孤化的应该可以啊。孤化的可以啊。那怎么把萤火虫拿下来？还要很久啊，这一只。还要很久。哦，嗯。不愧是谁可以帮我抓过去？不是我射的那一只110的两支箭在他的头上面，然后他就跑掉了。哎、欸，那85等废坏了。哎，这样吗？他好像又要飞走了。哎、欸，我这边是90等的，这边。射他。镜子你后面90等，我没有箭。这边90等的，射他，快点。又飞走了。那我就知道，我应该到底要射？我没有箭矢，没有命中，完了，他飞走了。哑巴，我应该踢他身边的时候我才射的。AYB 跟我去好不好？我开飞，我要开飞船去捡骨。他不昏迷，那我画的比较难昏迷。我去他的房间里用镜子，那个萤火虫怎么拿下来？欸，什么萤火虫怎么拿下来？啊、算了，我自己开飞船去捡骨好了。等下 F， 手电一号，手电一号。他怎么用呼叫的方式让他停止攻击？我刚刚看指令是。是不是有肉块从天而降啊？好像也有什么东西被咬死掉下来。指令是 Y 啦，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就是。很高哦。这个张麻子，你的骨在哪里啊？在沙漠。我的。我带你过去吧。好走。我操！我操！切。麻子不要撞火炉啊！火炉很难修。哦，行。我看看。Go！ 哪里哪里？我看看啊。往你的左下方。左下方。哇，好可怕耶！然后往右转一点点。往右转。啊，这个方向直直飞。直直飞。你看，我突然发现我没 boss 哥。那只是野生的吗？哎呀，有石像鬼耶！90等空肉饭，他已经不是空肉饭了吧？他已经变空肉饭了，可以食用的那种。90等的昏迷了。嗯。等你们加油了，我现在再送红豆过去捡他的骨。没有，等一下要把我带回来。如果我的空中饭不见的话，风水翼龙九十等的，来帮忙照顾一下。我其实很怕会突然间一个肋骨或者是按错，红豆就死了，死那我会一辈子很恐怖，死了就死了。我有跟你说，如果真的我没有这么恶劣。我要杀你，我也会在你能够捡骨的情况下再杀你，不会做这么恶劣的事情。那个床是我一定要放在地基上，是不是？所以那个地基是做出来的，还是要用什么土地权状弄出来的？好妖啊！怎么这边的东西都这么危险啊？然后你要掠过左边这一座岛，在这左边这座岛的后面，地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地基？对啊，他地基就是随便做一个地基就好了。茅草的也有啊，木头也有啊。哦，注意，有怪冲过来了，快跑！哦，那个叫……好。我怎么我的粘土内这边出来？你正前方在做的，靠腰啊！为什么这个要放？啊，粘土不是迄个泥土，但底水来底啊，等下修修的就是变粘土啊，不是吗？
他不是直接掉下去吗？你看我都不敢按 shift， 这样子好，他跑的时候我才有耐力去滚。要把它放置，好跑的时候放置哦。放置在水边，对，然后一放下去马上就变粘土。那你们好了，为什么后面有一堆萤火虫跟过来呢？你按到有火烧了吗？正在跟随风破。啊？正在跟随我？我在这么远的地方哎、欸，搞屁哦、喔！哪里？还在哪里？我的鼓在正前方，你的正前方。啊？我的正前方。这能啊？不是困惑的是我吧？漂洋过海跟随耶！我、啊、靠呀！所以你知道我刚刚怎么死掉啊？赢过头了，在后面，就刚刚在那个打你那个东西旁边。黑色浆果也可以让他昏迷，对不对？所以我是应该停远一点，然后先远一点把那东西打死，再靠过去捡自己的骨。哎，这个东西好哦。有了有了，我塞了四个黑色浆果，应该加减够了，加减不行，再补一件就好了，再补一件，捡完了吗？二台捡完了 ，Go Go Go， 哎 ，Go Go Go， 我要放弃我的空肉饭了，空肉饭拜拜。这个床的话是怎么让它那个、啊？只没有空肉饭还活着吗？空肉饭活着啊，它飞出来了。那你下冲那只吧，你去叫他、啊。我下冲那只恐龙版吧。这冲去哪里啊？那个萤火虫也顺便叫一下，你去叫一下那个萤火虫。我那个床是可以当做 TP 点，是不是？对，但是他我去哪里了？不是，往下飞了。火点，但是他有那个。往下飞是扎西啊。他有那个 CD 十分钟一次的样子。所以我可以回到出生点跟我现在这个重生点是不是？好吧，技术性拜拜，还比较还是对面那一只是个空肉饭。好吧，现在什么都听不到，哦、现在大家全部一起同在讲话。哎、欸，是哎、欸，是风破的耶，这个风破的耶。啊，他这个干嘛？风破的还活着哎！我把他带回去，我把他带回去。空肉饭，空肉饭，快！所以我的龙架还活着。太扣了吧！哎，不是，这不是他不是空肉饭，他不是空肉饭了。我把蓝山咖啡带走了。所以他叫什么？蓝山扣肉饭。哎，不要去跟人家干架、啊，回来、啊欸。你先把它变成那个吧，你先把它变成中立模式吧。我现在在飞，我在飞，没有办法。啊，张麻子，他跑去跟人家干架、啊。哎呦，空肉饭在下面，我看到了。我都看不到了，好混乱啊！他们去干架了，那、啊、算了，我们回去吧，也只能这样子了。拜拜。我们再等一下看看吧。這個、我仔细到不会主动攻击，等一下。人家就狂按那个全体跟随。What the fuck？ 哎、欸，我看到空肉饭了，要去试试看吗？你确定不会死掉吗？我不知道。啊！空肉饭死掉、我看到了，上去！掉了！蓝山咖啡就跟着蓝山咖啡跑掉，我们回去吧，没救了。哇，有柠檬种子哎，太嗨了吧！哎、欸，他回来了！谁回来了？是谁？蓝山咖啡。蓝山咖啡啊！蓝山。走吧，回去。那我可以直接先踢回去，是不是？你要往你的右后方飞，会回到家里。我听好像是可以复活吧，还是怎样吧？是复活往右后方飞，可以飞回家里。而且快速上，现在而且掉落物品，你要不要试试看降落？然后骑蓝山咖啡回去。糟糕，好混乱。也可以啊，可是你要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降落。现在真，那蓝山咖啡就被我绑走了。我没耐力了耶！我现在一定得降落。我现在不懂的是，我这样 TP 过去之后，我身上东西整个直接喷掉，还是怎样的？我没办法，等一下耐力。他跑去打了。我现在没办法确定这种事情，这点真的很困惑。
苦。现在停止，叫他停止，然后过来啊。我没有办法叫他停止啊！现在变得非常的混乱，你知道吗？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等一下，你先不要动，你按 space 降落一下。看一下哦。不行耶，可能你要先下来才能够调那个主动攻击。看一下哦。循环攻击状态中立啊。我调被痛了 ，OK 了。好，哦，咱们回家喽。你再录。拜拜。哎，怎么了？要怎么喂他们喝那个睡眠药？是夜猫物品人吗？你打开。对。一种就是狗睡眠药了。刚瞬间，大家全部都是。我不知道怎么走，你叫我走前面。好吧。电子音。黑人声音被盖掉了。要打开他的背包，打开无齿翼龙背包，然后把药剂放进他的背包里面，然后点药剂，然后强制使用物品。点药剂。风波，你还在沙漠那边吗？对，我还在沙漠。还是我们去找风波接他回家？是。我是觉得我们不要冒那个险啊！我们等一下开飞船过来不好吗？我不会开飞船。我们现在身上带着大量的东西耶，还有。外加所有的萤火虫，像是飞船的残缺。那我去找找看能不能接到风波。好，身怀巨款。风波，你看得到我吗？是我看不看不到？220等的超好。我在空中飞，无齿翼龙啊！你超的无齿翼龙的，你那时候是哪里、啊？我在比较边边的地方，我没有在中间。我现在没看到你，我现在也在边边呢。你会不会你的边边在这是在我的对面啊？我不知道。我这边是有看到水坑的、啊。我这边有一个看起来像是人造建筑，你要不要过来这里？人造建筑你看得到吗？我什么都没看到啊。哦。想接风波回去也好困难哦。重点是他那个龙的部分就麻烦。那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白色的圈圈之类的地方？白色圈圈，在岛上的。你是在跟我同一个沙漠地方吗？我不知道、欸，我在白沙林地哦。对啊，我这里应该也是白沙林地吧。我现在这边也没什麼。哦，对啊，你一定在这里啊，不然那个蓝山咖啡怎么会在这里？我把蓝山咖啡带回家了。蓝山咖啡。他往一个紫，全部都是那种紫，那个桃紫色的那个树林那个地方飞过去了。我现在在的地方上面全部都是那种他也不会离太远啊。他的橘红色的，他的我在那种像那种橘红色的那种树林那个地方。蓝山咖啡在家里啊。我把它带回来啊！哦，可是镜子萤火虫翘家了。哦呦呦呦！啊！萤火虫们都不见了。哭啊！你没有等他们哦。Maybe。利息。因为我刚被差点被攻击，我就赶快飞，我没有办法去观看萤火虫在哪里。对耶！我们刚刚降落的时候，怎么没有先把它们变成方块啊？忘了啊。突然风破，你待在边边，我循着岛整个，我循着岛飞，看看能不能看到你。可以。旁边虽然是一直有那种孤化的问题，是孤化就很不好，把它给拎起来，所以就个问题就很大。我找不到能驯养的类型。哎，果然，结果反而等级高之后问题一大堆。嗯，对啊。你说是橘色岛屿的地方吗？啊，有看到有看到。哦，可以。我在这边啊。对，今天在外流浪牺牲的只有空肉饭。啊，没抓到。空肉饭没提啊。
对，没他死掉，蓝山咖啡因被我们成功救回家了。空龙发被吃掉了，被工作人员美味，被工作人员美味的享用了，美味的享用了。你太重了，我太重了，你太重了。那把我放下来吧。他的重量是怎么算的？他重量是怎么算的？我不知道哎，我丢一点东西看看。我也丢一点东西加上去的吗？有谁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可以打那个龙的剑？我想要再抓一只控肉饭二世。你说睡眠剑哦，我这边有。对啊。帮我打一下，我的剑法没有那么准。把自己那个降到剩下，我也没那么准，降了一半了。你有看到现成的龙吗？不行，一半的话应该可以抓起来了。125嘛，那只是那只不是。Take two。被光猫放下变成一卡分了吗？啊，不行，还是超重。换了吗？还是很重。没看到现成就要刷怪了。那把我放下来。还是超重。然后继续在下面先把自己先东西先放一放，我多做一点那个储备好了。整个岛造完没有半只龙，那就要杀现有的龙来刷新了。一定要是杀龙吗？因为它龙的总数有上限吧，野生的龙。任何生物啦，史莱姆、火鸡那些也可以啊。因为龙我没有把握，我打得死；火鸡我稍微有把握一点。总之，你千万不要把一些东西往家里面带。来，哦，你把一些东西往家里带，我这人的负重是一半，所以你那边负重可能不能太高。我现在只剩下原本的三分之一了。三分之一。好，应该有机会。我觉得应该要看数值吧，因为它这个应该不是指比量的关系吧？应该不是看比量吧？有了，可以了。那我就不动了。嗯，可能要帮我指一下路，谢谢。你要往东啊，我有点热。我现在也会热，我也是热。OK 的。不过因为它还是有一点重，但是不是超重，所以速度没有 会有点慢，会有点拖到慢。不过还没问题，可以按 Shift 加速就没问题。OK， 靠腰。我以为打他才13啊，因为我很烂。你该换装备吧，去做个铁装。等这把剑用，等这把剑用爆再换。我现在很困惑的是，我没办法确定我到底那个床到底是能让我，能让我直接整个没有半只龙哎，连人带东西一起 TP 回去还是怎么样的？嗯，变得太不熟悉了，所以就整个不行，没办法理解。照理来说，你会死掉在那边重生，那也太靠了吧。等一下，独角兽。他刷怪的时间是要等多久？5分钟？10分钟？我不知道，感觉应该蛮快的啊。应该是你把那边的量打掉之后，应该他就会再长新的出来了。我记得我对啊，我看到一个人类粪便。嗯，有一个新的30等的。有龙了。抓！可是他在半空中。再来，臭龙。你决定了，你以后要控肉饭二世，不是猪脚饭。有了，我混了，好交给你了。至少你不是叫他脚尾巴。是看，有点哑巴。不要啦，听起来有点哑巴。你可以叫他菜尾饭了，菜尾饭。还是你要叫他那个？你之前是讲控肉饭嘛？那你就叫剁肉饭吧。叫咖喱饭了，在咖喱爆饭了。我要让他多吃一点黑色莓果，让他昏迷久一点。你可以做那个睡眠药剂啊，比较省。你是说昏睡莓果吗？
史迪诺斯吗？你要注意一下，就是也不用点到他超过那个昏迷值啊，因为你昏迷值超过了，他也不会往上暴涨啊。昏迷值超过他会一辈子都醒不来吗？不会啊，是沉睡的翼龙，是睡着了。人家是沉睡的小五郎，我们是沉睡的翼龙，变成睡眠龙。真相永远只有一个，就是红豆喂的量太多了。啊，原来是杰森打怪的自食量，真的是自食量，自食量的东西。好多硫磺，那个硫磺哦。你说我看不到说你是在测试盾牌吗？所以你是杰盾吗？各位加油！不要先撤退。卡当卡顿，各位晚安，嘉宁晚安，拜拜，晚安，晚安。晚安十分没问题吗？没什么问题吧。欸，不过你一开始又往西北那边飞，其实稍微有点绕远一点。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走，我也忘记按 M 看一下那个地图。因为我之前说的是先往西，然后再往西南，所以你应该是往东，然后再往东北，东北然后再东北。我只会分左右，我不会分东南西北。东西南北下北北，因为我现在我不太敢转视角，所以我没办法太确定到底是什么。欸，有兵工欸，你看到吗？兵工是干嘛？啊，那你往那个地方再往前的话，那应该就是我们自己原本家了。嗯，那个兵工我一开始就，我们一开始经过的就是兵工啊。兵工是那个溜冰的地方？啊？不是。你们是溜冰场吗？哦，欸，我居然看到第二次125等的无齿翼龙，我是觉得不要再打那么高等级，不然你驯养他，不知道驯养到民国几年。他的消化是个问题。对呀，啊，如果你驯养，你可以直接，你可以考虑给他直接吃过量的麻醉药剂，让他那个昏迷久一点。他并不会过量，永远醒不过来，永远醒不过来，沉睡的翼龙，他只会在那个顶子维持一阵子，毛利小翼龙而已，毛利小翼龙，所以他的脖子会跟那个毛利小五郎的那个 X 光片一样插满针吗？针灸过度，一堆针，之后往那边那个用别人用手刀试图把他敲晕的时候是没效果的，之后那个人家是就打吧。之后人家帮他开刀，怎么打那个麻药都没有。有看到了，看到了。耶 ，I'm back。回家了，回家了。剩下不知道多少。啊，这那个翼龙真的是好困难。这种是，我要看一下巡逻模式，然后。我现在这个状态还设置攻击状态，它还是主动攻击啊，我还要把它按回来吧。你如果是蓝色咖啡的话，刚刚我跟红豆已经把它弄好了，我已经把它拐回来了。可是我现在看的时候，它还是写主动攻击啊。没有，它是代表说你按那个你要调成主动攻击。哦，它是那样写啊，天哪！哎，它的这种写法真的是。我们已经帮你把你的蓝山咖啡一世拐回来了，说不定哪一天要出现蓝山咖啡二世。要吧？我先骑着它四处飞一下，看看它会不会乱跑。我可以吹口哨把它叫过来吗 ？Excuse me？ 啊，好。哇，90等的已经快要养好了，快要收成了。水距离不要调高会比较好，欸，这是最少也是中会比较好，因为你高的话它会很远，很容易跟丢啦。然后我们有一大票的那个萤火虫都没了啊。嗯，很的，因为我刚刚被追杀，然后他全部跟随我，然后我就飞快一点，他就全部失踪了，又不知道他路线在哪里，想回去找也难。哎，欸，在养新的。嗯，我有抓两只新的啦，在生物方块那个里面。所以肥鸟会饿死吗？
它是肥鸟，它脂肪那么多，应该是不会。不是我问的是，因为有时候这个会需要先提前先了解一下，这到底要怎么办，你知道吗？我们不能喂它吗？应该是不行吧？我刚刚是血量七十，血量七十六，100%，要不然就是还有没有无齿翼龙啊？要不然就是我们之后如果要跑 P4LK 的话，每次要跑 P4LK 之前的前一天，可能开一两个小时，我们自己私下要自己再习惯一下，你知道吗？要不然大家会完全处在一个。因为毕竟一个月才玩一次，对，因为一个月才玩一次，所以要不然就是我们之后就是，而且它的上手难度其实有点高，就是你一旦长时间不碰它的话，就是很容易忘光。它没有像泰阿瑞亚一样，就是那种类型，我们是没有碰过类型。对啊，重点是我们也不能够常开这个东西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怕把别人饿死啊。嗯，我那次去跑了。哇，好啊！那只九十等就看给我东西都已经放进去了，那个刚刚放的肉跟那个药剂，剩下的我都放进来了。交通很重要了，交通很重要。你要不要学着开飞船？这边还是萤火虫，野生的有要驯服吗？我真的好像不知道。飞船的话是有需要什么燃料吗？还是不需要？我其实不知道，我只要学会开而已，燃料不干我的事。真是难。进镜子你还要吗？萤火虫，不要忙，不要，你可以那个多的萤火虫可以放家里那个生物方块里面，基本上一只就够了啦，一只就够了。可以把它煮来吃。不要再飞了，他们给我下来。因为我现在想要怎么用才可以，就是如果你的龙又走私，然后又有替代，要不然就是在身上先多做一个飞船，先多做一个飞船，然后起来先留着。我要吃到哪一天什么什么，一定是龙走失。龙基本上很难走失啊，它会走失的话，十有八九都是因为调成主动攻击。那所以刚刚蓝山咖啡的走失事件是主动攻击。我在查东西的时候，我在查他的那个东西的时候，因为他突然有点就是他好像是被动攻击吧，他好像被什么东西攻击到了，然后他就回击。然后我想说，看是不是能够让他先避免，然后变成中立化这样子。那就好像就一点，然后他那边又写主动攻击，那你就下一次点下去，接下来他就变成主动攻击。于是乎我就把他拐回家了。他的逻辑要适应。意外的遇到了蓝山咖啡，那时候还以为是空肉饭，结果走过去，怎么是蓝山咖啡？你以为是空肉饭，其实是我蓝山咖啡啦。蓝山空肉饭，这个无钢斧是怎么回事啊？哦，这是服饰设计台啊。我一直罚跪那位吗？我想说我一直以为这个哦，我一直以为这个是拿来做其他东西的，结果这个东西是做造型的。太飞了，是萤火虫，他万不要下来，妈的！是做造型的啦，先不管他。要不然就是先把那个飞船的部分一样先做出来，要不然就是要先做出什么？你成功驯养了一只萤火虫，我的。要不然就是要再另外做像是传送门的东西。走开！走开！我火一号，我自己就有九十多等的一只，好吗？我那只还活得好好的。他的昏迷条越来越高，我给他吃了一堆黑色莓果，完蛋了。到底在冲啥？没事啦，他驯养成功，他驯养成功之后就会直接那个啦。再喂他吃新的黑色莓果。如果你驯养成功之后你还在乎他的话，他还是会昏的。昏迷吧，昏迷吧。这人到底在冲啥桥？不知道。为什么我远远看到有一只秘库？125的人终于养完了。125的秘库好可怕、啊。养了一整集啊，真的超难养的。找不到野生的啊。
也没有几。哎、欸，给你的无死翼龙起名字没有问题，控肉饭二世。控吧，控吧，控控。不知道怎么我打控肉饭，然后他那个饭都变成那个饭兽的饭。哇塞，我这地图的解析度好低哦。啊，控肉饭二世都很低。然后把游戏画质调低之后，接、欸、走空落放二四，咱们回家吧。你调到最高，它还是很糊，很真的。Very 糊，没错 ，Very 糊。终于有无耻的翼龙，很无耻的翼龙。好，我把空落放二，请问一下，我们要盖一个停龙场吗？还是随便放就好了？你可以把它变成生物方块。请问这样可以节省饲料？哪里？生物方块那个箱子里。生物方块哦啊，旁边那个侧的那个好。对，里面我已经放了三个在里面了。有很多玻璃。转换为生物方块。干嘛？这个是蛋的哎，是哪里啊？不是，它有一个专门放那个生物方块的。水果展示柜不是、啊？生物方块，控肉饭二世，好，就这样子。简易床，你是在哪里？这里，这个生物方块储藏箱吗？哦，没错。蛋。哦，我身上有什么化合物？刚刚有一只兔兔在野外，所以我就把它变成方块了。你就把它绑回家了。不是啊，不知道是谁的兔兔。欸如果我们做了那个建筑物出来的话，他们比较不会把里面的东西给弄爆。哎、欸、呀，抱歉，还是很容易爆吗？哦、oh, ，很容易什么？ Okay. 没有，我刚讲的是说是如果弄一个基本的像仓库的那种盖起来那种屋子的那种状态的话，那他们会把它撞到坏掉还是不会？野生的有机会把它撞到坏掉，还是要把屋子给撞坏？就是，他把泥土之类的也撞坏吗？有机会啊，泥土当然会啊。有吗？可是他们之前有撞坏过泥土吗？会啊，他肯定会。是哦，还是我们这边的很和平，所以比较不会。不要把怪物往家里引就没问题。我来去当没事。就是如果不小心惹到了，马上往家的反方向跑就对了，不要带回家。那基本上家里就不会有被打坏的问题。不然我把旁边先因为是空，其实空岛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别的区域的那个怪物不会这么轻易的过来这里。是没错，问题是也会有个非常大弊端，就是你移动的时候问题超大，如果不小心，你不小心要没有的话，就是一次就没给你看这样子。哎，对，出事的话就很容易直接秒掉。我们这个没有楼梯啊，是啦，因为我发现这种每次要自己跳，每次都我记得有那个好像有爬梯，但是那个。砖头不是砖头，砖块楼梯不知道有没有。这张麻子是谁的？红豆的吧？杰森啊？哦，杰森的吗？哦，哎，大家是不是应该下线了？关了吗？要 help 了吗？啊，其他人饿死了。啊，也是了。哎、欸，住手雷耶！哎、欸，等等，我这里遇到野生的无齿翼龙，野生的太高了吧？是不是？野生的无齿，不是啦，野生的 baby， 太高了吧？哦、飞低一点好不好？野生的 baby， 大家不要加班加太久。我们正式讲说的是最晚十一点。对啊，我们还有大概二十分钟多一点。等一下，他太高了，他还直接天降甘霖是怎样？我应该是会继续开着啊，因为肥鸟他比较晚回来，他好像还是要测试一下什么东西。哦，你可不可以下来啊？那会不会他测试东西，测试，我们全部死光了？不至于，不会啦，我们这边都已经玩两个小时了，他都没死。嗯，Where is my 铁剑 ？It's gone。
我175等的不行啊，太高了。然后两个小时才能饲养好。哦不，50等的都不下来啊。哦、我可以做十只的奴。他们飞这么高，我觉得他会当那个箭矢小偷啊。金属镰刀。我还有在做子弹，你想要枪杀谁？我现在都是用枪啊，枪很好用哎、欸。这都是变箭矢小偷的王八蛋。我枪法没有那么准，瞄准啊。枪比弓箭还要好吧？175的那些当箭矢小偷。枪的话再瞄准，可是那个，可是你要那个，你要装弹啊。你撞弹的时候就是绕跑射，他就是九发嘛。我觉得他装的手枪的话，我觉得他装的速度比想象慢一点，是可以接受的范围啊。只是如果对，就是你要在换弹之前把怪打死这样子。对，因为严格说起来的话是，你在怪的等级跟你是相当的情况下，他没有办法把你，他不会两三级就把你弄死的话，那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问题是大部分我们现在这边的等差有时候差距很大的情况下，我就会比较担心了。至少比弓还要好啊，所以我会拉一发打一发，所以我还会再多准备，我还会多你可以用准备一把那个近战武器。十字弩会比枪还要快吗？不会啊。我要把我身上替换下来的武器丢进哪个箱子里面？但是我记得箱子里面有一个十字弩啊，你可以拿来用。如果还在的话，应该是杰森之前做的吧。我们家哪一个？没有，那个是我放进去的。拿来放不要的武器的。我有放一个进去啊。原始的。野生的无齿翼龙，太远了，等一下你不要飞上去，不。怎么又飞走了？我在旁边用泥土先堆一个仓库出来啊，至少比较不会被挤进去。我用石柱来射睡眠箭头。又飞走了，怎么都飞走了？就像你失去的青春一样回不来。失去的青春不会回来了。我们有年龄上的代沟。哦。用十字弩来射睡眠箭会不会比较好？一定会比较好。会不会？但如果你要跟枪比的话，不会啦。哦，黑血。我一直都是用十字弩射的，他不用死好吗？哎、欸，不是，我这个时候没耐力不。我们等一下就看到那个，哦，看到了他在地上爬，没有错。晕了，是谁？蓝色咖啡。有一人一发，他就晕了，太好了，啊。我有药剂给他喝一下，我说我没有肉。啊、现在每次按东西之前，我都要先思考一下，看我手上的东西到底是我会不会不小心按到那个吹口哨？哎，那个吹口哨真麻烦。避免自己按错东西。有没有那个蓝沙咖啡的饲主，请把你自己的动物收起来。怎么了？他在旁边走，是不是？没有，我是觉得他放在那个地方很危险啊，我怕他等一下要自己翘家了。他哪里？他在我们的火旁边。就没事的时候把那个收起来，会是很安全的选择。对，我是觉得我怕他再次翘家，我要去把他捡回来。物品缓存，所有者蓝山咖啡。What the fuck？ 还有皮革。哦，原来他这样子收起来之后，他会把他身上的那个肉通吐出来。对啊，对，因为他不会消耗那个保湿度。那我要把那个肉刀刚存起来，然后下次再拿出来用。抱歉，你是电子音，我实在听不懂在讲什么。啊，不对。那我们先返回，把画面还给红内主角。那我等一下就可以先
有人会把生物方块拿去，他可以拿来做成建材吗？应该不行吧。生物方块不能做成建材啦。刚刚有在思考这个可能性。没有，并不能，不要想了。其实应该只要你想，应该没有什么不可以了。没有，他本来就不行。没有什么不可能，而是真的不行。别想了。休想。应该是真的不行，所以别想了。你干呢？你的快捷键一旦按下去的那一瞬间，它就丢出来了，所以不可能。就决定是你了，如此一龙。噔噔噔噔，那不是吧？如此一龙。我的？为什么他是怎么跑进去的？他跑到了两个建筑中间，然后出不来。啊？恭喜他步上了，他步上一一那只的后尘。对啊，为什么我觉得好像跟一一那个一样啊？就跟我刚刚那只一样，单纯的就卡住了，卡在中间。尴尬。然后一出来就会开始主动攻击了。停在很远的地方，还是怎么进去？自己是有吹口哨，噔噔噔噔。应该是我刚才吹口哨，他跑过来了。噔噔噔噔。如此一龙，想要怎么把它收起来？你是说哪一个加进去，还是你已经弄出来了？我的米库要怎么把它收起来？米库，就按一左上角转化为生物方块。我没有看到这个选项哎。那我帮你点。为什么我没有？是我没有权限吗？哎，怎么没有了？那个土地群众是拿来干嘛的？好的，我看他为什么我操纵了？拿来买地了？为什么我操纵了？等一下，要怎么转？我还是不知道怎么转啊。等一下，就是那个、啊，就是阿龙，就是那样子啊。就是我现在才有哎、欸，没有，我刚刚按左九按一没有出现那个选项啊。我不知道，就有时候好像会出不来的样子，就是换个角度看一下吧。好，我把这些龙停在一个很棒的地方。又是 bug， 应该吧。等等等等，有时候他们都要自己飞从奇怪的地方跑出来一些奇怪的声音。为什么把它转成生物方块就产生一个蛋呢、啊？啊，蛋！它可能磁性的时候产蛋。无十一种蛋呢、啊？是不是有人开了交配模式啊？自己我没有开哦，不要问我。我不知道哎、欸。没关系，现在刚好很，现在台湾现在刚好很缺蛋嘛，你可以把它拿来用。还是你家都被吃饱费了？蛋，那个蛋要放在哪里比较好？不知道，这是谁家的龙？当麻子没有收起来。哎、欸，我的。真的。好像的确是没有。没有啊，我给张麻子吃的那个黑色莓果，他并没有昏迷。小冰柜你要昏迷只到达一定的程度才会昏迷好吗？哦、oh, 好等一下我就交错了对不起人家站着把昏迷果实给吃了我等一下给他下八颗他完全没有昏迷八颗怎么可能可以昏水果展示台哦用水果展示台你可以再保存哦哟他的昏迷值越来越高了我原本想要去雪地那边挖雪球啊，可是我看到他没有主动跟我就飞回来了。看来那个是要集体一起去的地方，要不然就是要那个。现在有办法去魔法森林吗？他昏迷只要到达多少才会昏迷啊？100吗？
我不知道，100不可能啊。好吧。嗯，应该是至少也要超过50%吧。好，那我要来研究一下怎么做那个昏迷，能够让人家昏迷的叫什么东西？大小的麻醉剂，睡眠药剂哦。那要怎么做啊？你好像变态哦，一直想要让人家的那个，他是专业的昏迷，一直想要弄昏别人的那个什么？我现在没有，我现在做动物实验。你才真那个真正有动物实验室的人吧？洛林也有啊。哦，人家是博物馆。对啊，人家是博物馆，你是货真价实的实验室。我是疯狂科学家。我的啊 ，science。那个雷我都差很多了。你怎么会讲话？我以为在，我以为不在。没有，我只是有点累。雨水姐、啊，你是不是把洛林当死人猴？我不会把他当死人哦，毕竟他都80了。洛林还在游戏里面吗？又死掉了，没有，我关掉了。哦，好哦，没事，我这边正在帮你驯养一只60等的。谢谢。他现在驯养只五十八。可是必须说的是，他真的是有些东西真的很容易死掉。真的，对，因为水翼龙真的很薄，很脆弱，它超脆弱的，而且它会翘脚，应该我们换个方式，每一只龙有它独特的想法，例如说会钻在两个房子中间卡点一样，现阶段都不能叫恐龙去打架吧，不然很容易，它自己。我总觉得他会自己的咬自己人呢、啊，叫到不该叫的。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换阿根廷巨鹰会比较好。睡眠药剂，我还做大量的睡眠药剂，听起来很像变态。嗯。对啊，那什么怪叔叔在那边说：“嘿，我要能睡眠药剂。”来研究如何让别人睡着。而这睡眠药剂应该是不能对人类使用啊。你想干什么？啊，我们可以让没有上线的玩家睡一回。我这边弄的那个是你们到时候可以有一只肥鸟啊，你可以拿它。你们到时候可以把衣柜的部分往那边放啊。可是在之前我要先盖好。而且有没有那个梯子类的东西啊？我好像一直找不太到梯子要怎么做。我看一下。所有人都在同个地方低大师。梯子。我记得是有的，有啊有啊，神梯，它有个台阶，在原始记忆，你几乎要拉到最右边才看得到。等，有个雪屋哦，中式梯子。你说建筑大师吗？不是建筑大师，是原始记忆。原始记忆的大师也有了，原始记忆。你要几乎拉到最右边，你才会看得到。靠什么东西？你说就是阶梯吗？有神梯、台阶都有。我只听到轻轻，还有木质梯子也有。我只听到轻轻轻轻轻的声音，到底是我的错觉还是？我不知道。嗯，所以我要做那个那个什么药水，要先点那个吗？工匠记忆吗？啊，对，你要先解锁。它在哪里？哇，已经忘记它是哪一类了，应该是魔法吧？不是吧？不是吗？它是原始记忆的材料与消耗品。原始记忆的材料与消耗品，哦、我点过哎、欸，有要用研磨器，结果我问你鸟，伺服器设定完全没有用啊！好吧，那个 chat， 因为我看那个 chat GPT 他回答的。好像这么一回事，因为我之前我现在我可以跟你讲 ，ChatGPT 就真的就是参考用就好了，它越来越不准了。对，它现在质量要大后就真的应该说是它那个语法，随着它那个语法是很
2018以前开服的语法。我后面我在他语法有改过吗？我好像记得，我好像在有一次，我记得在前几年我有开一个伺服器让其他朋友玩的时候，我好像有看到他的语法有改过。所以好吧，所以看来是没有用。那还是有改成功吗？没有，我就不知道有没有成功啊。那因为至少那个，那有人驯服。哦，可以耶！到底还在吗？还在，还是驯服很久。那应该是没有用。那我、哦、我有在一个，我有看到那个是。你要取什么名字 ？Wiki 是在他们的官方微、不是官方 Wiki， 是那个安登 Wiki 上面有一个、你可以打在那个聊天，不会那个聊天频道，我复制起来。挂机的人踢出去的那个，不知道。那我想一下。哦，我是有加啦，可是那个看不出效果。对啊，那应该是有用啊，这个比 Chat GPT 的那个还要有用，因为这个是在 Wiki 那边看到的。大家就是昏迷啊。嗯，不然还有另一个是啊，温泉下哎，怎么了？死定了，我错了，我想说踩在那个无子一龙身上，我卡住了。那個、我已经对那个杰森的无齿翼龙放了13罐的那个催眠药，几个他并没有倒、欸。一个催眠药剂加五十啊？有啊，他现在已经昏迷度到200多了、啊。那他的上限是多少？384。那可能要满了才会晕你、欸。满那个已经300了。昏迷值是要那个生物的昏迷值。可以不要浪费催眠药剂吗？来不及，温泉下。靠。你干嘛全下？你干嘛没事啊？哦，我因为他是怪叔叔啊，想要让别人昏睡。操！打什么？你想不到。有他爸。啊，对，他对杰森无齿翼龙下药下成功了。我把杰森无齿翼龙放倒了，在这边下迷药啊。好，也可以。他被我放倒了。我们现在能做？我现在被卡住，我不能动。野智可以啊。野智可以吗？你这时候需要那个鹤顶丹试一下要到命数重新来。你都会想干什么？要到命数？有人有谁等级够可以帮我做一下那个？你要铁质的装备工具吗？我只要工具就好，装备就算了吧。装备有现在有什么穿什么？你需要做一个铁镐？你要铁斧吗？你需要睡眠药剂吗？睡眠药剂？金斧镰刀要吗？不用，镰刀就算了，镰刀没有必要每个人一把。好，镰刀后面就是采纤维了，因为我们要真的需要种子或是一些的话，你直接拿推土机，我们的阿龙推土机去推一推就。什么？我已经做镰刀了，采了很多，不是很多，采了一些种子了。哦，你可以看看我们的阿龙，阿龙身上一抓都是他的，就是啊，双鱼。啊！可是我把因为阿龙很挡路，所以我把他停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啊、他下不跑哪去了？在这里、啊，在旁边嘛、啊。哦，而且我们的阿龙，对那个美果的话，叫阿龙踩踩就好了。然后那个镰刀还是用镰刀，如果需要大量的纤维的话，会需要用镰刀踩，因为阿龙的话没办法踩纤维。野生拎刀当马子躺在那边睡觉。纤维我就拿来当菜烧了、哦，太多了。为什么你要是在？野外突然需要种子或什么的，你还是可以用镰刀采啦。哇，杰森会发光哎、欸，是带什么探照灯吗？刚刚做了镰刀就来采看看、啊，然后就拿了一堆好亮草跟纤维，我全部都拿来当蜡烛帽哦，蜡烛帽下矿专用。我是看那个什么教学那个地方翻到这个。蜡烛帽，我看一下。我们之前还在用那个火把，真的是。蜡烛帽在哪里啊？杰森，你有驯养做吗？我在找，我在找。有找到蜡烛帽，不过就萤火虫不够亮，是不是？我们好像有250等的萤火虫。对，因为没有有啊，它亮度再高，那个亮度跟等级没有差别啊，那个。就只是因为我是觉得那个蜡烛帽啊，它还要占你一格，你还要有个帽子穿那个蜡烛帽，那蜡烛帽没有什么防御力。我、哦、差点按错做了100，差点按错做100个盾牌出来，吓死我了。你想干什么？反正你不要浪费材料哦。
没有，我要按一个，我差点就给他按一百个，差一点点，吓死我了。按了就来不及了。Yeah， 我想找到蜡烛帽，哎，杂项吗？也不是啊。防具，你有先学吗？有，我学啊，我在找他被放在哪一类。哎，木星46等哦，我们这里已经有很多40级等以上的。你们我可以做，我可以做无钢斧，哎，我可以伐桂了。其实下一个生态要去哪一个？我们现在的生态可以前往看一下神秘谷吧。神秘谷是魔法的吗？还是什么？哎，对啊，好像不是神秘谷，好像是闪光三级。对，闪光三。三级吗？打开地图一下，白沙林地上面那个闪光山追击，我可以做手雷、欸，拉下拉环后五秒爆炸。白沙林地在哪里啊？白沙林地就是我们上次白沙林地就是我刚刚死掉的地方。你们上次有去过？我刚刚去，然后把我的空楼饭在那边放生了。嗯，哪是放生啊？明明就是死了。哦，好，我们上次白沙林地有去那边，有一团人不是去那边，那个还是没沙子的那个，死啦，应该是被别人美味的享用了，对，他被美味的享用了。我们现在应该是要去闪光三级三追吗？到底怎么念？有人可以告诉我一下吗？三级的脊椎的脊，那里，那里有一些像是都剑龙是不是那里的？然后主要那里还有阿根廷巨鹰跟。那个阿根廷巨鹰，我听错吗？我不知道魔法精灵龙，不知道是不是在那边，好像精灵龙也是在那边，不对，精灵龙好像是在神秘谷。对，阿根廷巨鹰，我觉得它是一个不错的，比那个五齿翼龙还要再高一阶的飞行宠物。对啊，但是它的安药45等才可以做。我真的没有找到蜡烛帽、欸，它算哪里？阿根廷巨鹰。难幸福多了。你试着打帽，你先试着打中文看看。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的信仰的那个是，哦，有了蜡烛帽。哦，不对，没有。会久，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合力很多人去抓一只。然后抓的方法的话，其实要看一下，等一下来看看有什么方法。他没有告诉我要去哪里做。我其实很想现在去抓、欸，虽然我等级还不够，但我们至少这有人够做安的话，那应该就没问题。然后至少，对啊，那个45等的，他在至今记忆野金记忆嘛，野金记忆，不好意思，我就不会开始水，在比较后面中间。你直接按成那个种植与信仰，他就可以列出所有的安。阿根廷巨鹰安，我出了甲壳，还要甲壳素，我多麻烦。白痴哦，战马子鹰在这里，我卡住不能过去。什么东西啊？赢了，你被弄死了。一直被嘎点的，啊，嘎点了。你是射什么东西砸到他了，是不是？没有，我只是把战马子放倒在那里而已。你这。再过来，对，我不知道那个白色可不可以？他醒了，我想说他还没醒的话，喂他吃白色的浆果，可不可以消晕眩症？哦，对呀，都忘记了。安应该要用什么？喂，箱子会打掉啊！你在干嘛？我、会啊，记得好像用皮革毛皮，你在干嘛？皮革毛皮木头吧？黄哥在做什么傻事？我在开枪。开枪！开枪啊！箱子开枪，毛皮耶，毛皮服务。对，我们现在没毛皮啊。他比如我一定要这样按吗？毛皮要打什么怪啊？裤子会掉一点，不然的话就要毛皮。这里有24个，不够吗？还要40个。我们家很多毛皮不是吗？我身上还顺便去采毛皮啊。我还有13个，你要吗？13个吗？可以放，你直接放那个我们毛皮的箱子里面。哪个是毛皮的箱子啊？这每个箱子长得差不多。大箱子，皮甲骨有一个箱子是放皮甲骨，应该。现在有37个。哦，你再努力打一下附近的兔子，应该就有了。
好，那个，不然另一个选项是，等一下谁有无齿翼龙的，也可以过，就是跟我们一起过去，然后用无齿翼龙咬一下那边比较弱的野怪。那里我记得有几只怪可以那个，不然无齿翼龙我还是不要让怪也可以比较。我觉得还是不要让我的控肉饭出去冒险好，我怕他等一下死在外面，我就可以养控肉饭三世了。我们刚刚已经有不小心点到让无齿翼龙变得主动攻击，然后他就直接离开了我们，然后飞到不知道其他的空岛去了。对，然后可是我们成功把蓝山咖啡绑回来，但是控肉饭就这样消失了。没错，不是啊，你们有。他应该死了吧？他应该死了。我只看到一只五只翼。可是我真的觉得，到时候风波剪精华，你可以看看你的蓝山咖啡停在一个很奇妙的位置。我看一下，我们现在还有几只，有几只是在我们岛外面，有一只在魔法领地。为什么？这是什么？应该是萤火吗？萤火虫应该是萤火虫，没事，那就没事了。我们的萤火虫就在那个地方。不对，我们有两台飞艇。对啊，有两台是我做的。啊，糟糕！完了 U， 好，没事没事，其他是萤火虫。那个，因为我们用生物采，那个服役会主动攻击吗？能采肉的生物采肉效率会比较高。没有 BGM 的话应该没事。后面怪物的那个用采的会比较高。好，我的 hell， 这个水是怎么回事？这个水是绿色的、欸。绿水会怎么样吗？我不知道、欸。看起来舒昏，我只是看起来觉得很沼泽。我不知道它是不是什么，应该是没效果吧。我帮你带了九个皮革回来了，有氧化之类的。我烧毛，我烧毛，那毛毛毛的啊，对，毛毛的。一二，神速羽毛。对，所以等一下谁可以跟我去抓一趟？我可能至少需要三个人会比较好。我可以出去啊。OK 啊，然后我现在先做一个阿根廷巨婴安。OK 啊，那个我们先打算先抓到一只。毛，还在找兔子。对呀、啊，先找兔子。那个杰森，你刚才是无齿翼龙对不对？你无齿翼龙可以咬一下。我在暮光森林。哦，回不去了。我等一下为什么？为什么回不去？他被杀了。好好好。然后我代表等一下去把他救起来。你可以截图一下吗？我可以去帮你。救回来，玻璃哦，没有啊，就是那个岛对面而已啊。我去，你应该可以看，直接看到我。怎么觉得好像个暮光森林在哪里啊？事情是不少。来，暮光森林是这个吗？暮光森林是暮光森林是魔法森林，紫色的地方。我来去，那个我来截一下图。哎、欸，岛的正什么方向可以？我看你们是东北、欸，东北啊，对，应该是西南的方向，西南方向吗 ？OK， 哦，那座岛 OK， 那底下怎么？我有点忘记空岛的话，鳄鱼是生在哪个生态？啊，你们可以搞什么东西生在哪个生态？欸、哦，我看到你了。欸，其实顺便采一些这里的材料吧，之后可以用得到。材料，好啊。对啊，就树啊，然后草跟旁边的果实。反正我看你附近是还算安全的、啊，旁边有一只火蜘蛛，但不要每次去招惹它就没事。啊，魔法森林的生物。哎、欸，嗯。你是拿去？你是要无齿翼龙咬死吗？是这样鬼啊？没有，他飞到对了，然后他就掉下来了，然后就刚好落在怪物怪物群。你没有注意耐力值，无齿翼龙因为耐力值他怎么看的、啊？你在骑上去的时候，你右上角是不是多了一条状态列表？就是食物啊、血量啊那些的。哦，右上角。对，在右上角。你其实也可以骑一看，你只要骑在。像飞艇应该也有，虽然飞艇会少了几样东西。那个你要注意看，它有一个闪电的那个，它因为它在飞行的时候，所有生物在飞行或跑步都会耗耐力值。它要是耐力值变零的话，它会那个就是强制落地，或是强制无法
走行动这样。强制落地生根。对，那个飞行的就是强制落地，它会直接往下飞，而且是很慢的那种飞法。有几个方法回耐力，第一个是静止已被击败。因为我把我的掉到底下了。fail。然后你给它停在底下。给它停在地上，它就会回耐力值。另一个的话是，有一些生物是比较大只的，你只要不要起它，它就算是在飞着，我掉下去了，它自动的也会回耐力值。旁边有，旁边有飞石。恩师解说，拜拜。有什么？没事没事，它有点近哦。我先回飞船上。你三千多滴血，算了，我还是不要碰你哦。你有砍到什么吗？我现在拿了一些木头。完了，我东西捡得回来吗？我也拿了一些木头。OK OK， 树皮、文木、树皮、木头、果实、草，那个纤维都需要。哎呦，这只好近啊！看一下，到底要怎么取得甲壳素啊？石像鬼耶，孔头龙，孔头龙。对，你有吗？会叫我可以求救吗？怎么了？甲壳素是拿甲壳去那个磨那个去磨。拿去磨。哦、那我知道怎么做。我们家在哪里？那走，我再多砍一点东西。像这个树有树苗，那个我们可以那个拿一些回去种。哦，那个还要挖一些。我的东西掉到最底下了，我的龙也在最底下了，有没有人可以来帮个忙？我等下顺便去载你，在哪？我在家里啊，我在家里啊，我一死回来。飞鸟牌计程车，哦，忘记录影了，等一下。等一下，你要录你把人家救起来的画面，还是把人家推下去的画面？后面那个是只有红豆才会做的事情吧？我有，完了。等一下，可以啊，因为先免多次的被攻击。飞鸟凉了，开火的这个，没事，你。他没有很近的话，我可以从船重生。哦，我现在看到你耶，我靠！我应该把他打死吗？跟飞鸟说拜拜。要打哦！你有枪吗？有，我在打。你有手枪的话，你可以磨死他。他应该血量不是特别高，还蛮高的。还有九百滴血。你站在高的，你叠一个高的，就是迈克尔的那种打铁卷打法，他不会，他打不到上面的话，你就直接。还是我试试看开飞艇。你们已经可以把。可以开飞艇啊！你们可以开始把东西往这个地方拎了。我已经帮你们干了一个仓库。那我请一只恐龙过来帮我们搬家。好走嘞，我的妈！请他让你。我跑好快哦。233的无齿翼龙。这是哪里啊？那个谁在一个魔法森林盖了一个小一个动物啊？这不是我要去的地方。魔法森林。对，我之前在他铺了一张床，放了两个箱子，然后好吧，这不是我要去的地方。那不是沙地吗？那不是沙地吗？不是沙地，我们是沙地吗？不是白沙林地吗？如果是白沙林地的话，那个是我会发光。对啊，那边是我曾经在的地方，因为我的龙，我的翼龙那个时候跑走了，所以我只好在那个地方先把东西放一放。哦，天啊！哦，天啊！搞了半天，大家讲的也是同个东西。我在地图上看到最近了。最近的沙地，这个地方是那个，这边你就可以把。石像鬼，你快杀光！可以放那个那些大的储衣柜，至少比较不会有什么事情。你那上面蜡烛不会烧光吗？我不知道啊，你要问杰森，他先做了，他跟一起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杰森，你先在那个你家里重生，我去接你，然后带你去下面。好，他带你下去。我要看梯子。那个镜子，你要顺便我去载你吗？因为他反正他也要。对，我在这，我已经在底下，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捡不起来。啊？捡不起来？太重，太重了。并没有。杰森，看你的左边，左后方。耶、yeah. ！我想问，现在有拿手枪的，你们一次要做几颗子弹啊？你就做个几百颗拿来撒吧。对啊，我都做两三百颗放在身上。
我要做到这么多。也不一定啊，你若啊，就是因为消耗太快，我才想说我到底要做几颗子弹放在身上。它是过渡品啦，我们快要可以做到长，对，我们快要可以做到下一个好用的武器了。所以你如果没有确定会有很多的话，你就几百发就够了。我只做了50发，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做200发都用完了，应该可以多做一点啦。那就我的仓库是放在哪里？你看驯养管理那里，你确定他没有翘家吗？你想一下。没有，我刚掉下去的时候，他应该就在下面。我没办法透过地图看你们人在哪里吗？没办法看，但是你可以看得到那个啊，我们所驯养的生物啊，在哪？杰森在前，在右前方，右前方，那个吗？对，你可以直接，你可以下来，这是一个我可以下去吗？可以。那张地图的部分完全没办法，我会摔下，拉我要摔下去哦，超烂的。你看我、啊，你看我旁边，哎、欸，好神奇哦。很神奇、啊、其实子弹也不能带太多，子弹的它的堆叠上限太小了。镜子，你说你的那个叫什么？仓库四号对不对？仓库四号。你按驯养管理看一下有没有找到仓库四号，然后点它按追踪，它就会显示在你的抬头显示器。驯养管理、就是、那个标识。对我们所有人都看得到，所以但是我直接跟你讲坐标，你大概也看也不知道在哪，所以我直接驯养管理。有吗？仓库四号，有哎、欸。然后你看一下你那个会显示东西南北的那一条。完蛋了，那個、我的空肉饭真的不见了。它会有一个脚印的符号，那个它会直接显示。空肉饭二次在我身上，空肉饭一次消失。要是没有任何就是在上面没显示的，第一个就是它死了，第二个是它变成。方块，它变成那个方块存在方块的那个箱子里的话，它也不会显示。它存在你的身上了。它存在身上的话，也不是不就不会有。它只要是放出来，然后在野外，它才会显示在那边。我觉得我们应该一人配发一顶蜡烛帽，超亮的。啊，终于生兔子。萤火虫。拿命来兔子。好的。嗯，毛皮真的好。好去，我们要不要？我看一下毛皮。现在看到哪种生物会掉毛皮？我查一下图鉴。感觉在上面呢。这个多鸟是皮革。根廷巨鹰鞍马。哦，如果我们去杀一只阿根廷巨鹰，也会有毛皮。哦，有我做一个鞍了，阿根廷巨鹰鞍。好啊，那我等一下跟你，有谁有弓的？有不？谁有弩？我有，我有十字弩跟几十支睡眠箭。哦，这样够了。我们可能需要一人备个至少100支，100支会比较，不50支啊，50支最好，是啊，50支就够了。好啊，一人50支，因为我们要去那边，然后盖一个堡垒。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我们盖个堡垒，我们自己躲在里面，找到一只后，我们一直狂射它，然后把它昏迷。第二种方式是230的无齿翼哦，然后把它引进来，然后把它困住后，我们射它。第二个方法比较好，但是那个要把它引进来有点麻烦，可能会死几次。哦，对，所以我们一定会开飞翔过去，至少就是有一个保障，不会。那个就是至少会有人可以复活，但是第二个方法只要困起来就很好抓，然后第一个方法会需要一些机制，对，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睡眠剑，然后可以的话带一些补血的，然后也带一些方块其实可以过去挖再说，哦对，带一些床好了，那个草席也可以。带一些床，然后过去放。明明有追踪的，我还是找不到他、欸。我的天哪、啊！你大概知道他在哪个地方对吧？嗯，对。对呀、啊，他其实就在我看一下、喔，我来去帮你找好了。那个布金杰森，你们做一些睡眠剑好了，我们等下三个去抓。来了。然后，哦，还有床，还有草席。我先去帮镜子。
看看，他看起来是在这底下。我看到你的飞船，你要知道萤火虫很小只，所以他如果停在萤海下面的话是好难看到的。我之前为了找萤火虫也会找很久，但有一个方法是，我看一下哦。好，他看起来在这附近。啦，11点了， okay, 我们差不多了，看到他嘞。好了，其实差不多该收一收了。拜拜。拜拜。拜拜。哎，我这你是你捡到位置了吗？哎哎，等，我往对到。哦哦，我看到了。你看到了、啊，快点！你要是能按住他，抓起来，抓起来了，那就抓起来。OK， 太好了。感谢，我那边一直找来找去找不到。对，我知道萤火虫在掉到这底下，它那个雾雾的，然后它有小只，你是超难看到它。对，我已经在这边绕很多圈了。生物方块，火火一号，萤火虫，兔兔。所以我是要只要把我的空肉饭丢进去那个生物方块储藏箱，应该就可以了，对不对？可以，它就可以储存进去了。就只生物储存方块，只有是唯一一个可以放那个放这种生物方块的容器。另一个就是你的背包，另一个就是其他生物的背包。可是放在里面跟放在背包有什么差？没有差，但是你要知道，生物方块有一些很大只的生物很重，虽然它的重量已经是压缩过了，一只雷龙放在你背包也只有100多公斤，还好啦，我这只空肉饭才90公斤，还好啦，那就背着吧。90公斤，嗯、欸，总之很重，我觉得算重哎、欸，90公斤，哎、欸，它现在好像萤火虫也是90吧？萤火虫19.5。哦，是哦，对啊，好啊，这跟看起来不是用公斤，应该是克吧？那五尺一龙还90克也太轻了吧？我不知道，它有可能也不是克，可能是就是这个单位是1:10吧，所以90个单位就是900克吧？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一点。它那个睡袋是一个人可以放好几个啊？对，但是睡袋的话只能使用一次，就是使用完后它会就是你重生在那个睡袋后它就会消失。所以就是我可以先预先放好几个，然后就可以在那边重生好几次这样。为了去偷挖血死了一次。我也觉得可以这样用，就是因为它材料便宜嘛，而且它可以不用放在地基上，对吧？我记得它不会有 CD 时间吧？嗯，会，还是会有 CD 时间，但是好，总比只能重生一次好。嗯，奇怪。哎、欸，等一下，他好像 CD 时间是个别算的哦。不是个别，该怎么？对，不知道、欸、因为只能用一次嘛，所以会有 CD 时间吗？好像不会，对，应该是不会。我好像跟 Rust 搞错了，所以这 Pixar 可以好像你在那个地方放，比如说放三个睡袋，你好像可以这样就可以重生三次吧。可以这样算，应该是这样。哦，来试试看。那好啊，那我也做一些睡袋好了。还有皮革嘛？我们家皮革应该有很多，有很多。我现在觉得草皮革，它里面很多照明设备全部都会有，耗会消耗耐久，这一点真的很麻烦。对，所以我才说萤火虫好哎、欸，萤火虫又不用消耗，还说你知道放的那种照明。我盖房子用的，对啊，就是至少让里面亮点、那個欸。你直接做蜡烛帽好了啦。之后去挑战副本的时候，我记得有几个副本物件，就是它是就是自带亮光，比如说它有像是我记得金字塔副本里面有一个物件是一个台灯，那个台灯好重，你把它可以敲回来，它自带光源。它不用消耗东西，对啊，那个也是很之后才会有东西。对对对，那个我能想到的光源就大概那些。等等，我现在在说，这个给你。那个水果展示柜可以用了，我刚刚去偷挖了一点血回来。是什么？然后我就死了。水果展示柜是放雪球，不是放血哦。那对，那只是我才说，我可是还是要血嘛，你要有血，你才能够做雪球啊。那是不是不用戴？我就是为了去挖那个血，然后我就死了。那个戴头上，摔死。欸、我想知道水果展示柜它的
它的那个保存效果跟那个冰箱还有饲料槽比起来，哪个比较多？它应该比饲料槽还多，但是多多少够亮，有没有够亮？我知道很亮啊，只是到时候这个地方是给你们当仓库用的、啊。它有持续啊，持续是两个小时多。所以这个蜡烛帽可以撑多久？无限，无限，无限吧？它好像，它好像，它有耐久值吗？它没有耐久值吧？它没有耐久值的话，那就是无限。太妙了，不错啊。欸、我做几个柜子嘛，你说里面可以当仓库，对啊对啊对啊，柜子先放着。那个石头地基的部分是你们用走可以走的，然后那个木头的话你们就放了。啊，我现在除了那个空间以外，我其他什么都没有装饰，因为他要做个别的东西太麻烦了。OK， 啊，然后我先多放几个箱子，我看看我們這、啊、那你这里面箱子应该够你放吧？我想里面放了吗？里面很大，所以你应该可以啊。你说空间吗？够了，空间够了，空间够大了。这样不够大，我也想不到办法。因为箱子放里面，那代表说工作台也要放，会比较方便。因为它对啊，你就看要怎么放吧。因为哦、啊，我发现这个蜡烛帽会有个弊端是，它很影响，如果你拿是金属工具哦，它会很亮。对啊，你的像我现在拿斧头，我的斧头会反光。对啊，对啊，这好多东西会反光，好烦啊。啊，对啊，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有一些点很不方便。没关系的，我觉得还好，还可以接受，还算好用啊，还算好用。因为我现在身上还是有萤火虫，那还好。啊，有人在旁边打什么东西？噔噔噔噔噔噔噔，孤化什么什么响了。那如果我们之后是在跑 PSRK 之前的话，那我们在跑像我们是每个月的礼拜的第三个礼拜二嘛，对不对？那那一周的那个前一天，就是他那个礼拜一的时候先开个一两个小时，然后大家自己先习惯一下，这样 OK 吗？这样的话也比较不容易把别人饿死，就可以顺便弄一下东西。饿死的那个应该可以不用管了。我那个，如果悟星有下那个代码的话，应该是不会有事的，就是不会饿死的、哦。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可以先稍微先弄一下这样子，而且也比较好记得操作了、哦。我觉得主要是操作的部分的、哦。我本来想说这个星期五晚上大概十点或是那个什么时候，我也想要再想说可不可以再加开一场，就是我就可以就是悟星可以开服的话，我想要。上来再用一些东西，对，如果有的话可以这样弄了。我现在这样讲是主要是因为让大家比较能够，因为我们像我们今天一打开然后进来说，要怎么操作、啊？接下来就是完全想不，我们完全想不起来该怎么办。这是什么鬼啊？这是什么东西啊？风雨吗？哦，浮轰欸，等一下他卡住了，他卡住了吗？不晓得算不算卡住欸，我不晓得他算不算。他如果卡住的话，我们可以把他干掉。他有实体欸，这边有碰撞体卡住了。你是对对对，我知道。等一下，他只是他，因为他现在 AI 往一个方向前进，所以我还需要放一些方块把他给挡住。如果他飞往其他方向的话，他可能就会飞走。圣翼龙不会攻击，所以把它挡住是很好的选择。浮空是不会攻击。啊，不过这 PCRK 你们要盖房子真的是很困难的事情。对他其实我觉得他盖房子他的那种机制真的不是很方便，所以花更久的时间。所以我们要拿来盖房子的话，你最好额外再开一集，就是专门拿来盖房子。但我现在这边只是因为前面我也不知道干嘛，因为我们前面，因为我们这个严格来讲，我们也只是第二集而已，很多东西我们都还在弄一弄，我们之后才可以方便我们之后做事情。另外这个游戏它科技发展就是等级会是很快，我其实觉得我们不用太局限于就是等级，就是。比如说，就把等级当进度什么的，我觉得可以不用这样局限。就是我们尽量把等级用好后，我们可以做事情会更多。然后看你们每天要拿来做什么事，就是每一集要拿来做什么事情，这样会比较实在。对啊，就是所以等级那些不用局限，因为他能探索东西。只是通常会盖建筑，是因为方便有个地方可以囤物资啦。Yeah, okay. 主要是我
哎没有，谁有五指翼龙？让五指翼龙来踩吧。你这样砍要砍到民国几年？所以他材料很多。嗯，你自己加油。哎呦，你看民国几年砍完啦？你的刀砍是可以，但是材料他砍的材料不会很多。对，最好还是用斧头龙去咬它，咬的那个材料。哦，要用龙去砍。嗯，对。我拿到了生大腿肉。生大腿肉很快就出来了。他应该有掉魔法。你拿到了什么东西呢？你拿到了大腿，没错。大腿。听起来长得也怪怪的。那个，等一下，刚才帮忙用的也把这些方块拆掉啊。对啊，那边不是建筑的一部分。等一下，它是建筑的一部分。放屁啊！实心建筑。我实在敲，我找到你。现在要怎么放？我刚才想要让你放自己的良心，结果发现你好像没有良心算了。他哪有良心这种东西啊？我们食物不缺，大腿肉你先存起来，它拿来驯养东西会比较快。我把它，你要把它存在哪里？存在生大腿肉，你要把它存在哪里？熟的，你要把它存在哪里？真没办法存啊，它很快就腐坏了。我现在把它放在那个啦。你们能不能去那个冰雪世界里面拿几个雪块回来，然后我们可以做那个小冰箱。有啊，我已经做了，你已经做了，那可以先做，你可以先做小冰箱，你就放冰箱。我是说雪，有一只龙卡在，有一只龙卡在风干箱旁边啊，它想要不还有那个小冰箱，小冰箱它维持还是，因为我去偷雪，所以冰块，我去偷雪回来，我弄那个雪球，我要弄那个展示柜啊，现在还有46个，看你们要不要用。现在还有雪吗？做一个雪吗？那你们就先，你们先做回来，你就放到仓库里面吧。你直接把雪放出来，然后敲掉，它就变两倍化。因为我们现在还是两倍。哦，对。你如果懒的话，可以这样搞。这样不就两倍吗？还有啊，在箱子里面46个，你们可以弄啊。哦，每次这个东西要挑要做什么东西的时候，觉得好快点，它在一分钟就孵化了。你放在自己身上哦。没有，我把它放在那个我从自己身上移出来啊，没有11分钟看错了，对不起。你这个设计是石头是道路吧？所以我左右放东西对吧？对，左右放东西。那我要这样子，我这一排可能放，反正还会有二楼，可是二楼的部分就看情况，因为我不晓得二楼我觉得可以，因为二楼也只是天花板而已啊。天花板吧，那个我觉得可以放熔炉吧，熔炉放二楼好了。你说什么？熔炉我不建议放二楼。熔炉啊，请做冰箱啊！我想先问一下，你打算盖几层？你如果要的话，这个东西可以无限盖啊。就是我觉得大概三层大概就差不多了，就极限了。三层那熔炉比较建议盖在顶楼哦，因为那个熔炉不是，那只是过渡的熔炉，所以之后还是会拆掉。你那个飞鸟你玩过的话，那你应该很清楚。那你应该很清楚，有一个熔炉超级无敌大的，然后为什么所有的贵族都放反的？所以啊，这个是放反的。你全部注意怎么面壁啊？没差了，那个你在开箱子的时候，你会介意说这个箱子是反的还是真的吗？你只知道箱子在那里吧？只会有生理上的不适，心理上的不适。冰箱吗？这叫设计感。这个叫强迫症。因为虽然这箱子可以放很密，但我觉得中间还是要给它一个空间。我需要让那边的那个神梯变成三格的吗？变成冰箱有人做了吗？三格吗？三格、我不建议用这个，我建议用楼梯、因为神梯很麻烦，你还要对它按一，然后爬上去。没有看到雪在哪里？那你要弄一下，你要修一下。只要盖，我只有看到寒冰。暂时的话，那是寒冰。下面呢？第二排啊，雪46个。哪一个是雪？我看一下。这一个而已、哪一个是雪？还白的那个、哦。这个、
白白的那个、啊。我刚刚滑过去没有看到个长得像雪的东西。一二三四，楼梯这里要开始。因为你看你，都是方块，你要盖地板的话，你要能东西能放上去的话，那你要先做地基，那地基之后旁边你要盖的是墙壁，墙壁完之后是天花板，光这个东西就要分三种。我其实不然，如果想要做一个建筑美感的话，因为你现在用的都是很基础的材料，你可以第一层用基础的材料，你冰箱要放哪里？材料第三层再用更高级的材料，这样子。没有，冰箱要放哪里？这边只是单纯出生点用的而已，所以这边势必不会用的非常的那个。好吧，那现在神梯就神梯吧，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空间，那些正在聊天的人呢。Hello， 冰箱放哪里？冰箱你放。我在想外面还是得需要一点有储存的空间，所以该怎么讲呢？你冰箱先放饲料槽旁边好了。它必须要有地基。它必须要有地基吗？好吧，那你放里面好了。你放，我现在站在这个位置，靠着墙放。对，没错。因为它也算是会挺常使用的。多的雪块放进去，多的雪块放在燃料槽。你把它拆掉啊？没有，因为放错边了。你拆掉是变成材料还是直接拆下来？好问题，我也不知道。我是按拆除，所以我不确定。拆除应该会变成材料，变材料，而且不会全部返还。没办法。Bruh. Excuse me. Yeah. 嗯。豆子，请说。不是，那个血还够用吗？现在有多少个？总之血方块类就不要全部耗掉，你留个十个放在箱子里。你改一坑。哦，你留十个放在箱子里，因为我们现在如果是两倍化的话，它其实不用怕那个，就是我们只要拿出来然后再踩就有了。那这个，我血丢在地板上了，交给你处理了。Oh, 我是不是很缺石头？啊，哪会？有吗？可是我没有看到石头。哦，我要去做。岩石在那个方块箱里面。那就我在下面挖一挖就好了。哦、oh, ，因为它里面有快1000个石头啊。有那么多吗？因为我刚刚怎么看都没看到、啊，可是我都找的地方不对。你是要哪一种石头？ Oh, 就一般的石头，拿来做那个，拿来当建材用的石头。这边有一个大箱子叫方块，我看到，是啊，耶，这就是剩下的血啊，哦，它还是面壁，它方向还是错的啊，你要自己转吧，没办法，因为它的那个，我试过，它可以转方向，但是。转的话，它就有一些方向没办法靠墙，就只有这个方向可以靠墙。小冰箱，对，不然的话就是我放的位置，我自己站的位置。哦，在放的时候站的位置。红豆怎么喊了一声跑哦？没有，在高用最快的速度避免食物腐败，把它从外面移到冰箱里面。你看，等一下，可是我一进来之后，那个大腿肉还是只有20几秒就腐败啊，因为他们有放燃料。那它腐坏了，那给它腐坏吧。那个大腿肉也不是特别稀有啊，因为只是个蛋。但这可以从，所以是可以从飞鸟身上取得的意思吗？没有，大腿那个，因为它看起来应该是鸡腿肉，蜜汁大腿肉。反正你把大部分有腿的生物的那个的毛发怎么去除之后，看上去应该差不多吧。哇，那个生肥鸟肉还有9个小时才会腐败。看来冰箱其实挺，对吧、啊？只是它是生的，它还是会腐坏，但是它至少其实比较不会那个。哦，还好我已经换了生肥，还好我换了那个新的滑鼠，要不然的话我光那个滚了，我就要弄到 K 下。新滑鼠哦，就单纯就只是一个同样款式的滑鼠而已啊。我也换了一个新滑鼠，只是粗宝库换来的。粗宝库换的、啊，
可是你跟现在很多厂商讲，我现在会换单纯就只是因为中那个中间滚轮没办法了，要不然的话其实我没有，我是把花束左前按坏了，然后就写信跟他们讲，他们就说那你那个旧的就丢掉吧，我寄一个新的给你。有逻辑的，哎，对，也这逻辑会这样玩而已。为什么这有个昏迷的无齿翼龙？在等他吧。我的，我刚才驯服的。啊，哦哦哎哦，不是被我放倒的那一只哦。那已经醒了啦。早就已经醒了。哎，那一只已经死亡了，已经死了。啊啊！为什么死了？张麻子死在那个暮光森林啊。哦。我以为他是被我下药下到死了，吓死我了！他妈的，我那个下药直接麻痹到死亡，必到死，真素可恶！地板有洞会有强迫症哎、欸！啊哦，捂起来了，那我也没办法，风破补一补，因为我没办法一天到晚在那边弄那个。所以我只能够弄一点是一点。我觉得他有时候他的那个制作逻辑还蛮诡异的，就是他在一些东西上面的制作逻辑上面就超级有道理。你这样子怎么过去啊？那个你是只讲求就是我人能够按一碰到就可以的，是不是？你要怎么到后面去啊？这个衣柜到底是怎么过去啊？天哪，这个有逻辑吗？你才问方志的人啊 ？Excuse me， 因为被冰箱挡住啊。这不是可以转向吗？啊，放的时候要转吧。就放的时候转吧。你这样子我是要怎么过去？拿它？不要，我是命令。啊，拆掉重放。只能拆掉重放了。那么你我拆掉就是要重做，就重做吧，反正木头根本就是他随便找。嗯，重点是放下去后我还要命名啊，一个一个命啊，没办法，因为你这个你不弄的话，我放直的，我要拆一些木头，那个有些把有的材料直接拿去做。老实讲，如果他能够走过去的话，其实我也无所谓。问题是他走不过去。哦，对啊，主要是因为走不过去，冰箱的位置也比较尴尬一点。他能走过去的话，其实我什么话都不会说。那个，你材料直接从那个阿龙身上拿。看哦，木头，木头茅草。他有要逼格的，那好像没有逼格。木头跟茅草要多一点。呀，我们家应该还有。还有，建设还是一如往常。还需要吗？应该够啦，也没有需要那么多的样子。你是帮我！完了，我阿龙死了。哦不！两只同时上路了。哇，那个我之后再去抓一只三角，因为阿龙血太低了。他对自己的那个，我对着那只龙开一枪之后，阿龙同时也上路了。所以阿龙可能是被你杀死了。我之前本来就想要抓更好的阿龙。你是不是弄了什么 TK 吗？因为大概 K 到一只140等的孤化的肿头龙。啊，固化的你可能要把它那个物种，然后再看，再增加一阶危险度的那种等级。所以我知道我们抓四级的阿龙，他哪怕等级再升上去，全部点生命力也活不了多久，就是打到那只单挑也打不了。对，一辈子也赢不了的状态吗？是的，因为固化的是真的很强。之后要实验看看有什么设定可以让羊龙比较快啊？看要怎么设定吧。我们会不会要到之后要用那个吧？之后要可能要找英文教学。我就是找英文教学。啊、你是找英文教学？对，因为不现在、哦、我现在找不到原因，是因为我不知道它的关键字。啊，也是了，打 PCR K server， 然后我们都知道。
然后呢？很多然后呢？然后你试你试试看打那个版本吧，版本名称哦、啊，版本序号啊，那个、啊、版本号啊，是不是有用啊？就是他现在是什么1.17多少的那个版本的 server？ 他不像是他不是这样命名，他不是这样，他不是这样命名，就是应该说该怎么讲？我要知，比如说我要他的那个。驯养的这个设定条，我们都知道它叫驯养，对不对？那实际上它在档案后面，它的那个设定档那一条叫什么名字啊？哦，是，而且是英文的。就我试过 training 是训练的意思嘛，英文，但不是 training， 它是用另一个字。train 那个字是什么？我不知道啊，应该是 train 吧 ？train 吗？驯养啊，驯养是 train 吗？Tam 呢？那个 Tam 我也查过，也不是。Taming 呢？因为 Taming 也不是，所以这是我现在卡在的地方。那还是 Breeding。Breeding 是那个生育或养殖，不是也不是那个意思。感觉 Taming 是我就是卡在这里，卡在文字玩文字游戏。通过箱子摆这样子，我下去看，还是要摆更多一点。我们目前外面放了七个还八個，这样其实目前够用吧？大不了就是你旁边这边也是摆、也是摆一排这样子的，因为主要还是要看，因为他有时候他对面他吃的方向，有时候他没办法一次这个范围都吃进去，所以你还是要看。像它的范围是吃的，因为你那个你看你把你对工作台右键，它有个显示箱子关联范围，它会框出个范围。哦，它是吃的，右边这里都吃。你说按这哦，最后这个一吗？还是显示箱子的关联范围？按住一，然后呢显示关联箱子。我现在踩的这个箱子吃不到，工作台只要往左边移一格就吃得到了。对，那个工作台网可以，是可以显示范围。那个，我移过去之后是怎么看？就点它这样子吗？对吧、啊？你移过去后，然后呢，把一放开就可以了。啊，它不用，哎、欸，它不然，对，就点它，就是我这种。因为也没有出现什么像范围类的东西，就是因为你没看到吗？我是没看到有个雾气之类的东西。你来我这个方向看。看一下有没有看到这个，有没有一个透明的框框？透明的像白白的边界角落会比较明显呢、啊。没错，你也没看到吗？崩破没看到吗？可能是我没有点对之类的吧，因为我现在是点那个工作台，然后按一，然后之后显示相关子关联范围，然后点了之后，然后其实并没有特别显示出什么东西。啊不，它的这个轮盘选项是。上面所写的选项是你按下去后，它会执行这个操作，所以你要看它显示是关闭，显示箱子关联范围，它才是现在是显示的状态，就是开关了，对，是就是我现在它上面写关闭，然后我点下去之后，它就是关闭起来，对不对？对，所以你要，我现在是开起来的。显示我也是有吗？你有看到这个吗？有看到一个像是光，啊、有个像是光屏幕的感觉的东西。哇、啊，这种方式挺不明显的。我宁可他这样子，因为他这样子有时候你开起来的时候才不会太占视野。你去玩，你去箱子，欸、你去房子外面看你就知道。对，应该是要习惯一下就好了。所以所以我那个重放一下这个，我要把它拆掉重做。婆婆，你要放这个大储物柜吗？大储物柜？什么？对啊，我还有十个大储物柜，看你要不要自己放放看。主要是看看你们要有哪些东西要弄，因为我盖空间大一点是方便你们能够一次囤很多东西。有时候我们有人会囤超多杂物。不仅你旁边，因为我这里想要，我右边这里想要再放至少两个熔炉。然后旁边放的箱子是放原矿跟相关物品的，所以我这里可能还需要再两个箱子。
叠折放也没问题。OK。然后因为我还需要我等下做再做两个人。然后我先帮这里的所有的箱子都命名。好，所以这边已经够了，不需要再放第二排。对，够。我还觉得现在对啊，之后还有魔法跟现代材料，类似叫现代材料。现代材料，嗯。现代的哦，听上去像是现代汽车。现代材料，我把它那古代那古代材料啊。我说现代材料，好吧，不然叫工业材料也可以啊，因为呢，它的材料是聚合物跟那个有一个是聚合物，然后那个是什么晶片吧？既然有工业材，那既然有工业材料，代表有农业材料，农业材料就种子那些啦。对，工业的，然后我觉得硫磺也可以算工业材料的原料，然后火药也算工业材料，碎石磨成的那个火药粉，我也觉得算工业材料那一类的。哇，好被推上去了！我是这样命名的，哦，没有，我是这样分类的。嗯，哎，这个东西不是啊，我弄错了，这个东西并不是栅栏。这是什么？这个是长矛，放长矛的。我想说，嗯，怎么这个炸的这么奇怪？哎、欸，为什么中间少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为什么中间少一个？什么中间少一个？玩到了吗？身体不见了。身体不见了？哦，有人拆绳子喽。我爬到一半，突然间不见了。所以，而且身体很脆弱，所以我真的觉得。哎、欸，神梯有那个石头制的啊，我被推下来了。那你们有木头子吗？互相推木头子，它有建筑大师版的啊。建筑大师都是有风格那种，那种好像都是需要找你要哦建筑找那个蓝图才能够做。就是都有建筑，好像都是有蓝图才可以做。就是需要蓝图啦、啊。嗯，我记得好像是要先学习蓝图才能够做那个的话。啊，那个，你先看一下原始材料类的有没有比较，我记得有石头的，有是有石头的那个梯子啊。啊，玻璃。我还想到奇怪，为什么我做出来栅栏这么大一个，然后结果结果放上去之后才发现啊，惨了，另类了。可是它蛮好看，另类的栅栏，可是它蛮好看的。那你可以拿它当栅栏。哎，我就知道他不是他毛那个梯子，哎、欸，不对，这不是拿错东西。他其实蛮像栅栏的、啊，只是很丑而已。我觉得还好啊，我觉得他其实也算是蛮好看的。那风波还说好看的。如果以栅栏的观点来讲，他其实蛮丑的。你要知道是栅栏是不是长这个样子啊，超小的。What the fuck？ 这个是他的栅栏。哎、欸，差太多了吧？嗯。哦，杰森在上面哦。Yeah. 那我说怎么往抬头看会是看到一个绿色的 ID？ 哎、欸，龙飞过来喽，撞进来了。还有啦，这锅子是干嘛用的？锅子是里面会有一些东西可以拿。你击败一只五十亿的随机奖励啦，它会有。那个仓库的东西都分类好了，有人可以帮我搬一下东西。搬东西，你有命名哦？我都命名了，我就左边就是我们放的左边那排，我就命名。行，那我们就先把它放一放吧。你就把可以的话，就一个箱子内的所有东西放到背包里，然后找到相应的东西的时候，你先把各一组的物品全部放进去哦，然后再按转移相同物品，它就会全部进去了。哇，这边全部都是服装类跟工具类的。哦，宝石柱快见底了。骨粉甲壳素也，我决定我今天就昏迷在这边。什么？对，放心，不会有人接你的事。我在冰箱上面昏迷。没人接你的事。装备的话，武器也会算在内吗？还是不算？
欸，你装备算武器好了，武器跟装备放在一起，工具另外放。工具的话，像是砖头、跟铁镐、跟斧头那类的。啊，还有一个孤化类的，只是孤化的。孤化目前我们也没有很多吧？为什么果实会再放在这里啊？好，那孤化的先，孤化的我看一下，我这放一个箱子放孤化的，因为这箱子还不是最大的，之后还有更大，只是你如果让箱子可以关联的话，这个是目前最大的。它柜子不能叠第二层吗？不能。它，好吧，那算了，跟漫画不一样吧。为什么魔法里面会有这些手电筒附件啊？那应该是杂物箱。这已经变杂物箱了，太可怕了。哎、欸，它没有一个独立的杂物箱吧？哪一个东西变杂物箱？我总觉得我好像不应该此地不宜久留，不然我乱塞东西应该很快就被抓到了。没错，就是你。哦、可是我、哦、你刚刚讲的东西我并没有乱塞啊，我没有做那样东西。哦。建筑方块跟方块是分开的、哦。建筑方块是，因为我是按照他，我是按照他给的，哦、他自己写，他自己本身工具，他自己就写方块而已啊。哦、啊，等一下，啊、建筑方块比较类似地基啊，或者是工作台那類。哦，那这个就那这个就那泥土就不算了，泥土就不是了。泥土对我没关系，我放。欸、奇怪，那 我分比较细啦，因为它啊，那是原件的、啊，它会写在原件上。那我把箱子放在建筑方块。但我想说，箱子算，我觉得箱子算。因为这样子的话，你说如果是说建筑方块的话，那其实原件它就是整批都是，甚至连那些梯子啊什么的都它都被算在内。那些就都是那些都是，只是说它五十个库吗？对，因为我一开始分不太。确定到底哪一个？五十个放满，我再增加吧。因为现在这只龙是、这只龙是有人养的，还是为什么它会这么？没有，它卡点了。它卡点，看起来有恐怖。有一种 Here's Johnny， 它的名字的颜色都是绿色，有一种 Here's Johnny 的感觉。Here's Johnny。怎么打他两三下之后他跑掉了？欸，他跑掉了，为什么？你要他回来打你吗？不是啊，平常他自己会打，他回来打人的、啊。我不太懂，他突然跑掉。他有时候，他寻路系统有时候，对，他跑，我记得有些生物好像血量过低，他会跑。什么生物？哦，是啊，孤化什么什么龙的。我时常检查那个装备箱子，有一些是真的完全用不到的装备，我直接木棍扔地上给他消失。木棍啊，盾牌啊，乐色木棍盾牌啊，然后其实弓也不需要，我们都有十字弩，然后铜剑，我们都有铁剑了，你还要？然后算了，没关系，就放着吧。我先闪那个武器要怎么修啊？如果它坏掉了，武器修理钱，有一个修理钱，你要拿那个修理钱，然后再。对他点，然后他会消耗材料，然后修理，然后修理前也会有耐久之处，但好像修理前，修理前不知道可不可以耐，也可不可以修，是要先做修理前的，哎呀，好呀，为什么把他丢在这里呢？我一直捡到，啊，你说你捡到奇怪的东西是不是？你捡到那个被丢出来的东西，捡到木棒跟那个木盾啊，白痴哦，为什么丢在位置？好，不好意思，让他直接分解掉。翻丢起来不要丢在那个柜子旁边哦，你丢在门口都比较好呢。嗯。一直有一种就是这种梯子会像是那个什么那个，你像那个什么 Half Life 里面那种很早期那种游戏里面，然后你头要往上看，它才会往上面爬的那种类型。你是说那个柜子那些是有办法把它整个搬起来的吗 ？No。对啊，你只要全部拿去。靠呀，我又
然后刚才谁在那边砍啊？那个这个梯子马上受损。哇塞！梯子马上受损没有啊？没有人，我没有在打那个东西。不是说你啊，但我确定，确定应该是红豆啊。没有啦，那是刚刚有一只龙卡在这边卡点啊。哦哦，然后必须敲吗？好吧，那没事。必须把它驱逐掉。驱逐掉。现在驱逐苗，我也觉得可以不用躲。太久什么？是真的几乎不会种树吧？我们身在一个会自动长树的树林当中，我们会需要那个吗？其实它这个东西真的就是要盖，就一次盖大一点，东西放上去比较省心一点。哦，哇塞！我负重就算点了一下，还是超重。金锁最难搬，讲真的。对，我现在搬另一个更重，是硫磺那个，还有一堆煤矿。哦，我身上还有两个鞍呢。我先放张马上。先下啦，拜拜。OK， 拜拜。拜拜。好吧，那我知道下次，我知道之后、下次自己去。估计你会开到几点？就开着啊，开到你们不想玩为止。OK， 那我等一下还是想要自己出去看一下，找得到地点，然后先做点前置工作。话说我们星期五有人要刷花吗？不是，看他情况吧。不是那个、啊，有时候十几难。对啊，很断定。那就我等一下 DC 包来问一下好了。是说那个外面的那个柜子里面呢、啊，我有放很多锭，可以帮忙搬进去里面。好，外面的这个柜子。哦，嗯，对对对，锭放在这里面，这样子可以缩短那个路程。好像很重哦。对，超级重。有时候看着，然后你会想说，这个东西到底是算什么的？有时候会有一种，我尽量把名字写上去了，所以对对对，我知道。喂、不过如果是这种方块类的东西，是不是你要有一跟二、啊？因为有时候它的量会莫名的大。我那之后我再增加放的那个就好了。谁这个时候开始做花盆？哼，花盆。谁这个时候开始做花盆？花粉哦，我等一下，这谁在？当然了。哇，超纤维的香菇塞爆！我已经搬了，太棒了！我们有没有那种像是蜘蛛类的，可以让它直接从二楼这个地方，然后直接一路这样子，直接顶到一楼的地方？我现在这边有点像骑楼。你想要柱子哦，可能没那东西哦，那就没办法，那就算了，因为本来这个都就这只是一个造景而已。屌啊！如果那个长矛不用的话，其实你可以把它丢到那个二楼，我那边把它来当装饰的那个长矛展示架。哦哦，后面还有更高级的长矛之类的。然后只是单纯的就对，如果不用的话，就是丢建成的。那这一个哦，对，建筑方块跟一般方块的区别就是，一般方块放下去你是没有血量的，你就是可以拿来敲，把它敲掉的那种。另外，建筑方块的话是有血量的。要怎么把建筑伤害关掉啊？我等一下，我有空我再去查一下。啊、这个真的，我也觉得很奇怪。哇，这个纤维跟木头已经放满了，已经放满了。纤维很多啊，就是很多很多啊，就拿去当那个、当燃料烧了啊。烧灰，烧一烧，太多了。是现在那个萤火跟那个锅子啊，后来就把里面的煤炭抽掉，不然真的太多了。啊、我们现在木炭，我们还不。我们不太需要，还不太需要木炭，所以先那个先拿纤维拿来烧好了。
但是多到我已经丢了很多，然后又放的差不多。直接丢掉没关系，因为要踩很方便。我放那个镰刀进去，镰刀踩很快啊。对啊，镰刀踩很多。好了，我自己本身也差不多了。好，我在那边里面待着，然后自己在里面昏迷好了。飞艇一次可以耗100个，但我们这好吧，算了，就是反正之后有纤维放不下就别放了，疯狂放，就当柴烧啊，烧会当柴烧啊，好办怎么办？啊，不过 PCRK 里面我除了会盖房子以外，其实我完全不想碰它的那个像油漆之类的东西，太花时间哦。油漆，就是我这样盖就已经够，盖这样子就已经差不多了，我还要再刷油漆上去，真的是就免了。